报告本会，现在出席人九人，已足法定人数，请主席宣布开会。大家早，现在开会，请宣读议事录。立法院第十届第一会期司法及法制委员会第七次全体委员会议事录，时间中华民国119年3月16日星期一上午9时至11时39分，3月18日星期三上午9时至12时30分，下午20时30分至5时10分，地点红楼302会议室，出席委员吴文玉琴等12人，列席委员邱委员显志等18人，列席官员司法秘书长林辉煌等人，主席周高九人村里。报告事项已宣读上次会议事录，决定确定。二，邀请司法院秘书长列席说明司法院因应严重特殊传染性肺炎疫情之防疫措施，并被质询。决定，报告及询问完毕。讨论事项，审查司法院函请审议《公务员惩戒法》修正草案等二案。本次会议报告事项与讨论事项综合询答，由委员吴玉琴等12人提出质询，委员刘四方提出书面质询。决议，已报告及询答完毕。二，公务员惩戒法修正草案大体讨论完毕，进行逐条审查。名称第一章章名第一条至第四条，第六条至第八条，第二章章名第九条至第十七条，第21条、第22条，第三章章名第一节节名。第23条至第26条，第28条至第30条，第32条至第43条，第45条至第63条，第二节节名，第64条至第77条，第79条至第82条，第三节节名，第83条、第84条，第四章章名，第85条至第95条，第五章章名，第96条至第98条，第六章章名，第99条至第100条、第102条及第103条，均照司法院提案通过。第66条，委员李桂敏当场声明不同意。第5条、第18条至第20条、第27条、第31条、第44条、第78条及第101条，均保留，送院会处理。附带决议一项，保留，送院会处理。本案审查完竣，依据审查报告提请院会公决，需交由党团协商。院会讨论时，由周召集委员村里出席说明。条次引述条文附用文字及法制用字用语授权主席及议事人员整理。三，公务员惩戒委员会组织法修正草案进行逐条审查。名称第一条至第六条，第13条至第20条，第22条、第23条、第25条至第29条，均照司法院提案通过。现行条文第5条照司法院提案删除。第7条至第12条、第21条、第24条均保留，送院会处理。通过附带决议二项。本案审查完竣，依据审查报告提请院会公决，需交由党团协商。院会讨论时，由周召集委员村里出席说明。条次引述条文部分文字及法制用字用语授权主席及议事人员整理。委员质询时要求提供相关资料或以书面答复者，请相关机关仅述送交个别委员及本委员会。提案事案决议均照案通过。宣读完毕。好，我们待会再来确定议事录。介绍列席的官员，今天列席官员有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长施能杰，副人事长怀旭，公务人力发展学院院长陈忠志，综合规划处处长杨秀珍，主编人力处处长李玉慧，培训考用处处长黄丽玲，给予福利处处长陈素芝，人事资讯处处长庄素仪，秘书室主任蔡富雄，主席室主任戴美英，行政院主计总处公务预算处专门委员简信惠。好，那在场委员有吴玉琴委员。今天排定的议程是：一、邀请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长列席报告业务概况及立法计划，并被质询；二、处理中华民国109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关于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预算冻结项目一案。现在进行报告，请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施人事长一并报告业务概况及109年度预算冻结案。发言时间5分钟，来，施人事长，请。
谢谢主席，还有各位委员长。我想今天很高兴来跟委员会报告两项事情，一事实上是我们的业务状况跟立法计划，一项就是解冻案。那人事行政总处事实上是行政院的重要的这个人事政策幕僚。那我们今天业务报告第一项是大概过去我们做了什么，然后第二项主要是今年主要的重点。那先简单说明过去这说明的一个重点，因为时间有限，我想大概简单说明过去整个总处继续在推动整个行政院组织改造的这些架构。我想这个是虽然还没有完成，不过我们要继续在延续。那我们整个暂行条例已经延长至111年1月31号，才做一个结束。那当然，我们另外一个重点就不断在做合理的这个人力的一个配置哦，在一个总员合法的管制下。那目前我们总员的人数实际上是228,800多人，事实上是不断在做精简。不过也这中间我们能够挪出员额来支应呢很多政府重大一个正式的需要，包括司改，包括治安维护这部分的一些议题，包括当然还有包括很多这个社会福利这方面的一个人数，我们都不断在做支援。那我想我们也在稳健执行这个零派遣计划，大概在预计在110年以后呢，中央政府的行政院呢不会再有派遣。那目前事实上已经执行了，减少了7300多人，大概70%，其中有70%改成这个自雇人力。那目前大概只剩下很少数的部会，大概2个部会还有派遣，那他们都会在今年呢，一定会完成。那我们也在修正这个约雇人员的一个办法，让他这个如果说在有因公死亡这部分能够得到更好的一个照顾。那当然我们另外一个重点是做很多一个培训的一个工作，这是持续性的工作，我想我就不再多做一些介绍。那第三个部分我要讨论的是，我们也努力在做各式各样强化员工给予的合理性。比如说我们也从今年开始实施修正后的第一加级，这个事实上是让县市政府有更大的一个弹性的需求去做它一个规划。那我们也在过去这一年里面持续整合很多待遇相关的案件，只要有合理的需求，我们都会增加他的一个待遇的一个调整哦。我想这包括增加社工的这个工作费，还有一般社工这部分，也包括林务局的这个3D。这我想森林管护委员3D巡护作业会，这些都是我们努力在做的一些事情。那当然我们也继续做客服，然后我们也强调运用我们的人事作业的无纸化，包括我们整个奖励令都在线上作业，包括我们也公务机关有很多事求人求事，我们都希望他直接在线上作业，这些都可以减少大量的这个无纸化的东西，都用我们的这个资讯系统来处理这些事情。那当然我借这个机会来跟这个报告，这个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我们总处的权力呢要求我们所属各机关的人事单位要尽量协助机关做好这个疫情的工作。那当然我们发布非常多的一个概念，包括说我们支援各机关所需要疫情的人力，包括我们也核实支给防疫人员所需要的专案加班费。那我们也同意呢，防疫人员如果他是直接与感染者或疑似感染者或实体接触的防疫工作者，都可以办额外的这个保险。那我们也有一些赖群组随时在掌握疫情，那我们也随时滚动呢因应疫情的状况，随时修正我们的拆价管理，比如像说怎么样给价的一个方式，到底这个都是我们努力做。我们自己的学院也做好各式各样停班停课的一个处理原则的一个规划。那同时呢，我们也处理一件事情，我们也调整我们今年例行的人事业务办理的状况。譬如像说今年度要做营业评鉴，我们就改成呢比较是以书面而且是简化的方式进行。那我们年度一定要做的这个各机关的人事业务绩效考核，我们也暂停，我们改用替代性的一个做法来处理这样一个各机关的人事业务一个绩效考核，目的就是让我们同仁呢能够全力来协助机关做防疫的一个工作。那今年主要工作还是建立在这里，所以我们的立法计划里面，当然我们会持续讨论这个主改的事情。当有一个阶段的时候，我们就会再把这个法案送到这个大院来。那我们也努力想要制定一个契约人员的专法，当它完成的时候呢，我们也会送到大院来，然后来确保这个聘雇人员呢能够有一个专属的一个法律来进行。那我们在做这个所有的这个训练部分，也努力来继续来更续进行。那我们也会因应呢司法院的785号解释呢，事实上现在都已经在各机关继续进行部分的一个讨论了。我们努力来做这些事情。那当然我们在待遇部分呢，一样会继续持续来进行。我们也持续来更深化所有的公务机关
生的这个人事业务线上的这个申办跟作业的无纸化，这都是我们要努力的一个重点。那最后呢，我想因为总预算案的时候有一项这个书面报告一个解冻，我想具体的一个事由都在桌上给到各位参考，所以恳请大各位委员呢能够同意这个解冻案，谢谢。好，谢谢施人事长。好，请问各位委员，对于上次的会议事录有无错误或遗漏？有。来，请李贵李委员说。刚才我听到宣读的时候啊，那个我有意见的那个部分是第66条的那个第5款吧，不是那个条文，不是66条的第5款，它有足以损害，因为我现在没有文件在手上啊，我并不是对第66条整条有意见啊，所以那个记名笔录的不记名的时候，拜托就是精准一点哦，我是对于它加上其他的诉讼法条文里面所没有的那个足以损害那个部分，第5款，第5项还是第5款呢？我现在再查一下那个条文的部分。第5款的部分加上去了其他诉讼法对于违反法令的部分所没有的条件的那个用语有意见，我不是对于第66条不同意。好，所以那个李委员的意思是，就针对那一款你的理由啦，你的不同意的理由，请他们再修正，是不是？其他们没意见。我并不是对第66条，就是你讲的理由，他们记得会议记录，你觉得应该要修正了。对，因为你这个会误导读的人，他会认为我对第66条不同意，但这个跟我昨天的发言是完全不一样的。那那个会议的这个部分，议事人员听得清楚吗？可以做修正吗？没有问题啊，我们往律师都直接针对。那个会议那个议事录是不是给我看一下？就是会议事录的这个记载记录方式，大概就是只写到条了。那戴李委员的意见，我们第66条的，第66条，我看第66条1、2、3，第66条的第3项的，我不同意的地方，并不是第66条 ，OK， 我昨天讲的很明确，我不同意的地方是第66条的第3项的第5款。加进去了足以影响判决之结果，这个加进去是其他的诉讼法上面对于违法的情形呢，当然违背法令的部分呢，其他条文都是只有判决不被理由或理由矛盾，并没有足以影响判决之结果。那如果你要只讲条次不讲内容的话，也不是不可以啊。你就讲说第66条的第3项的第5款，李桂明委员反对加入足以影响判决之结果的不确定概念，
那个李委员跟你待会我们讨论一下哈，就是我们这个议事录大概没有办法像我们法庭的笔录记载到那也没关系，那也没关系。但是你讲第六十六条就是误导，它就是不对。那你希望怎么修正？是第六十六条第三项第五款，是不是？对，好，对，对，那就是议事录这个部分第六十六条，我们再加上第三项第五款。好，那委员李桂敏当场声明不同意。好，谢谢。那请问各位委员，对于议事录有无错误或遗漏？没有的话，我们就宣告议事录确定。等一下，我有个程序问题，请说。我会建议哦，就是说那个，因为议事录毕竟除了只能够写条次，不能够按照实际上面的发言的内容去记载，这个我理解，因为你是摘要嘛，对不对？你是摘要，对，公报记录就会逐字记载。我懂，但是我的意思说，即便你摘要，你的摘要的方式也不应该有会容易导致误解的情形发生。我想议事人没有这个意思吧，就是把这个部分再加上去啊，以往也没有这个疑问。对，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是不是拜托，就是说以后在记载的时候呢，因为我在讲程序问题嘛，对不对？对，那我在表达我的意见嘛，我的意见就是说，在记录的时候也不至于到让他到摘要到一个程度，是说让外界在只有在看这个议事录的时候，他会有误会的情形发生嘛？这是一个小小的请求，并不过分嘛，是不是？就尽量请议事人员避免哈。好，谢谢。施人事长已报告完毕，现在进行询答。本会委员发言时间八分钟，必要时得延长两分钟；非本会委员发言时间五分钟，并不再延长。上午10:30截止发言登记，请登记第一位吴玉琴委员发言。谢谢主席。是人事长，早哈，今天有这个机会来跟人事总处这边讨论哦，我比较关注的是社工人力的议题的哈。那在上次跟人事长有在讨论一个，就是有关我们社工的一个直组直系的问题的哈。这当然是全序部的业务啊、哦。那今年刚公布实施哈、哦。那我上次在考试院的时候，其实也针对这个问题提出了一些疑虑的哈，那这个疑虑是在于说这一次有关职组的部分蛮扩大的哈，行政类组的就综合组就把综合行政、社劳行政、文教行政、新闻传播、图书史料跟人事行政七个职系好放在一起，那变成是直系间本来就是可以这个调动的了哈。那里面其实有一个我比较关注的是公职社工了哈，因为公职社工他在这个直系里面，也在社会社劳行政的这个直系里面的社会工作啊。那在这个直系里面，人事长您知道，就说这个公职社工他的条件跟其他不同的地方在哪里？都必须要先具备那个国家的那个社工师的一个执照，对，他需要具备社工师的执照之后才能考公职社工师嘛，哈，所以这个应该说这公职社工师真的是跟其他好、哦、这个行政人员是稍有不同，他被归在这一类，我也是觉得有点莫名其妙，就因为他应该是一个专业技术啊、哦。那我比较担心的反而是，我知道这一次考试院全序部的用意是希望能够让更多的人员的一个流动，好、哦，这个也是促进大家在职务上的一个流动通才。但是我也担心的是，因为在社会工作，尤其是公职社工。公司在地方的在任用上面，通常都放在儿保、家保，好，还有第一线的直接服务上面啊。那如果今天哈，今天这个公职社公司，如果说随时都考上了就可以直接调动的话，那如果进来，当然我觉得这样人力很浪费了哈，因为好不容易有一个公职社公司，就是要来做这么比较艰巨的工作哈，而且是很必要的工作，那会不会
就很容易鼓励大家就跑掉了哈，这是一个。第二个是说，我不知道其他的行政人员进来到我们家暴、儿保，他们能胜任吗？这个工作的专业性是任何人都可以胜任的嘛？这是我比较担忧的一件事，就是说这样的一个直系的流动，我不是说它不好，只是说，我现在已经听到有些今年公布之后，有些县市的公职社公司一考上就想要，调离这个直系。好，那这个情况我们怎么样去做？您的看法啦，哈，是这情况如果发生的时候，这怎么处理？谢谢委员，我想。当然，这个权责是当初考试院也花了蛮长时间在做直系的整并，那他一定有他当初的立法的一个目的。那当然，有些立法目的可能是谈原则，但是细节的部分可能就比较，也许在讨论过程里面没有人真正去反映，所以他们也没有意识到这个事情。那现在如果委员意识到这个事情有出来反映，我想全序部这边应该把意见给全序部，我想他们应该务实的去讨论这个事情，确实没有错。以我们这边的经验，就是譬如像说我们保护性社工的那个薪资就会比较高，那目的就是说希望他更专业的人来担任嘛。那所以公职社公司他，我想在地方政府在派遣的时候一定会以这个部分为主。所以知道公职社公司或者是在家暴系统的流动性怎么样？其实你应该管全国的，我们是有内部有一些资料可以做分析啦，如果委员需要的时候，我想会后的时候我们试着来分析全国性的资料，但是是不是有到每一个县市的资料，这个我还要再去查。但是我的意思是说，我们来尝试分析一下说这种公职社公司或者是社会行政类别的人，他进来以后他可能会不会离开他的职系啊？社会行政比较没问题，比较没问题，是公职社公司。对，我想委员是不希望就是说，如果是公职社公司辛辛苦苦考进了，结果他又离开他这个职系，这个我想是比较，而且我更担心不同的职系的人进来这个领域，他到底懂不懂？好，会不会对我们的个案的一个服务反而没有他的专业性？我想这个部分我来试着请我们有资料库里面来试着分析看看最近这几年的一个状况，再提供给委员。因为我愿意听到地方反映我们的这个家暴中心的社工流动性非常的高，因为他工作量真的还工作量跟工作的辛苦度都非常的高。好，那这个部分就请您帮忙留意一下，看他流动性怎么样。那另外一个就是，也要特别谢谢这个人事总处这边对于我们社工的人力都给蛮大的一个支持哦。那现在最近有两个社工人力的编制嘛，一个是在我们199年，我当时在民间团体的时候，我就在行政院的这个社福委员会里面就一直在倡议要充实地方的社工人力啦，所以那时候从101年到114年哦，我也没想到那时候怎么搞到14年的时间哦，来扩充这个人力哦，是大概从原来1590人编到3000多人的样子啊、哦。那这其实花4年哈、哦，其实我是觉得太长了哈、哦。但是也看到各县市逐步的那边哦，是一个好现象。但是我最近请卫福部调出一些资料来哦，这样的一个县市的一个编制里面哦，大概桃园嘉义已经达到114年的编制的那边了，那新北跟基隆也达到112跟113年的一个那边，但是还是有几个县市啊、哦，蛮落后的，一个是新竹县只达到25%，它109年的25%而已哈、哦，那彰化县是60%。好、哦、像是啊，连江不要讲，因为他只有两个人哈，就、哦、另一个，所以不要跟他讲这种。那但是两个县市啊、哦，新竹县跟彰化县，严重的这个落后哈、哦，我不知道这个部分会不会在地方在人事编制上的一个有什么样的困难。但是我们已经把这样的那边已经排除在总研合法5%的一个框架下了，对不对？那为什么他们还是编不出来呢？或是那边不出来人力呢？所以我想这个真的是因为我们已经排除了，所以剩下就是地方政府的首长他怎么样去不重视这个问题、他的人力优先顺序的一个排列啦，那可能有些考量。不过我相信正面来讲大家都已经注意到这个事情，也都尽量这个那边比例不断增加，只是说有的速度比较慢一点。那我们也但新竹县是严重慢，我们来努力跟那边的我的人事处长提醒一下，因为新竹县长期来我在社会福利考核上面通常都最后一名，
不要讲连江跟金门那个外县市了哈，它真的是都还蛮在本岛上面都是蛮后面的，就是说在重视程度上面，我觉得我要请我的人事处长哈，帮忙一下，那人的县长大概在提醒这个事情，请他重视这个事情，不能说在新竹县的县民就得到差的服务，或是他的社工人力也都是超负荷蛮重的，因为你没有相关的人力的配置，他就是很辛苦，他们都非常的辛苦啊。那另外一个也谢谢，就是社会安全网啊，这部分我知道这个人事总处这边是整个全力的资源啦哈，所以现在可以规划在107年到109年会有3021位啊，那其中当然也有刚刚提到的876位是之前的啦哈，那边的，而且特别是在家暴儿保跟这个身障的 ICF 业务的这些人然后，那看到业务上面其实看得出来蛮多放在的是我们这个社会福利中服务中心，这是在社安网里面非常重要的一环，就是以家庭为中心来设置这个社福中心哦。这编制的人力是最多的，1000多哈、哦。那家暴跟家暴再加上之前的儿保跟家暴的人力，其实加起来也快1000人左右、哦，所以这个真的可以看出来这个人力的那个这个配置啊、哦。但是还有一个非常重要，其实也是新增的加害人合并精神疾病跟加害人处遇协调，这个真的很难做的事情，所以这个些社会安全网的人力哦，配置下来都是超，我觉得难度都很高的工作了哈。那这个工作到今年，可能就是这个人力的配置，好像就是3年。一个期嘛哈，那我不知道对接下来的新的可能是未来的3年或未来的4年，人事总处对这样的人力的一个支持以及看法。跟委员报告，其实总处相当清楚，因为我们整个人口结构的转变，还有社会问题的一些转变，所以老实说，整个跟社福或者社会服务或者是一些相关议题的人力的资源一向是我们的重点区块啦，那我们会运用正式的员额还有一些其他人力可以支持，所以会继续支持我们。那阶段性这个就是应该是卫福部会，如果真的他会看看各县市有需求，有新的一个需求，然后阶段性他提报出来，我们会继续跟他们来做讨论。以目前禁用，以目前到今年2月，大概已经禁用了92%了，好，所以其实需求性是有，但是我其实更关心的是接下来怎么样让人减少流动流用。那这个直系之间哈，因为我知道你们在社安网里面有谈，那说要跟人事总处这边来研议调高社工的职务列等专业加级表的留才的一个措施，不晓得您最你们专业加级的一个部分，上次我们已经大概完成了，就是把本来的一般的社工从表1已经提升到表2，那我们保护性社工那边一些机制，那未来我想怎么样人能进来，要减少流到那个别的地方去，可能是我们会来努力，也跟全区部这边一起来做一些努力，然后让他们能够愿意所学专业在这里，就以这个专业做他 career。 是、嗯、我们希望这个部分请人事总处持续支持的哈，我们社工人力特别在社会安全网这个整个大计划哈，持续未来的工作上面人力的一个支持上面能够持续给我们加油了哈，谢谢。好，谢谢。好，谢谢吴玉琴委员。接下来我们请刘世芳委员发言。谢谢主席。我想直接再询问一下那个我们的人事总长哈。喂，好。最近大家一听到疫情了、大家都绷紧了神经了哈、那尤其我们那个陈时中部长，他现在是总指挥，特别提到说最近这两个礼拜啊，可能就是一个非常危险，也就是风险高的这个状况。那所以我们所有的行政院，包括中央跟地方政府，在配合防疫的部分呢，除了有效的围堵以外，还要做减灾。甚至要做所谓的超前部署哈、那所以我们的人事行政总处呢，是在什么时候以公文发出去要求各级政府规划异地办公？哦，这个我们现在2月27号就发出去了。2月27哈，那到目前为止，包括中央地方政府是否都有按照我们贵处所颁布的部分，已经把这个异地办公所有的相关部署都已经完成？各委员报告，其实因为我们发出去，我要求各个部会跟地方政府人事主管一定要按照这个方式来进行，他们回报几乎都已经完成这个准备工作，但事实上有些因为他的哪一些业务特性需求，他就开始已经执行了。
不是所有都执行都准备好了，但是是不是全部都开始推动？譬如像说央行，因为他跟那个央行监管单位，对他，所以他已经开始有在做。那有些就 ready 在那里，那我也请他们说一定要测试。不是只有是我知道，不是只有测试。我所了解的部分呢，哈，你看一下有一个图哈，就是我们疫情指挥中心，还包括我们人员的这个管制的部分呢，哈，像国防部，哈，他们可能是超前部署，因为是非常特殊的单位，没错。可是你们漏掉了，像立法院、考试院、监察院，哈，总统府都会。都会做超前的部署，做这样异地办公。可是你们能不能去 check 一下？我就要 check 一下，包括立法院内部，我看满意的不多。好，我们以后怎么异地办公，我们也不知道。我说能够协助就协助。我跟委员报告了。这个部分，这个部分应该都是受到疫情指挥中心一起来协调，而不是因为有院际之间的差别，所以是互相尊重，好吗？人命关天，好吗？好，谢谢委员提醒。我们确实是用院际的尊重的角度来看这个事情。这样不好，因为我在询问司法院相关的单位的时候呢，他们也是在你们发布异地办公之前啊，几乎都有动跟没有动是差不多的哈。这点特别注意一下。然后再来有关那个加强边境管制的部分，除了我们不要让这个非国籍的人员回台哈，或者是说回台要做限制管制以外，那我们的公务员如果出入国怎么处理？我想这样子，那个我们出入国你一定要申请嘛，就是公务员 要出国一定要请假嘛，有人没申请，对，有人没有申请，可能有人没有申请，那这个怎么办？那我想我们应该都随着这个疫情中心就不断在演进，那譬如像说我们就发出三月十七号我们发出最新的一个要求，前天，对，前天就要求说所有的公务人员不管你平日或者是 假日只要你要出国都一定要申请。那机关首长呢，要而且申请要知道告诉我们你去哪一个国家，那由机关首长来决定呢，要不要准？那三级一定是不会准，那其他我们尽量。好，我现在讲的是休假，好，我现在讲的不是公务。那我们已经发生这个案例嘛，哈，前两天当然有里长，对不 对？现在还不止出现一个里长，还有很多里长，哈，里长算不算公务员？第一个，你先听我讲，然后第二个，在南部的台南市政府，昨天也发布了，他们说有两个人就是人事单位有劝阻他们不要去，那我请教一下，台南市呢？他们已经就台南市政府，他们已经在2月23的时候是宣布，公务人员是管制出国。但事实上，这两位这个公务人员他是请假出国。那结果呢？这个台南市政府当然要召他们赶快回来以外，也要做相当程度的处罚哈。那这样的处罚就是不能领这个疫情隔离，假设有疫情啊，隔离的这个奖金以外，可能考绩也要打丙等或者是更低哈。那请教一下人事总长，你的意见是怎么样？也就是说，他不一定是明知故犯，他也去查了，也去问了旅行社，反正很多理由啦。然后导游跟他讲说啊，今麦了阿北宣布啦，今麦个熟熟啊啦哈。然后经济舱看起来都像商务舱，做了非常豪华，都 VIP 等级。结果回来的时候才知道说哇中枪了。那请问一下，这样的公务员到底有没有除了道德劝说以外的其他的罚则或是其他的禁令？好，这是第一个我想要请教的部分。我想跟委员报告，我想因为我们疫情不断这边确实有您讲的，就是有些他出去以前根本都还不是那种提高嘛，对，前两天 很有名的这个里长他是这样说的。包括我理解台南那个应该是属于这样一个例子啦。没有，你弄错了，他们的市长在2月23的时候就已经宣布有管制出国对象，所以他们台南市政府的人士有跟他讲说，一旦卖出给金融卖出，我是说，所以我刚跟你讲，除了道德劝说以外，在当时这个市长所发布的行政命令是没有效的，好。虽然疫情指挥中心是在中央，可是在地方也应该是由这个首长来发布。那我想请教一下，这样子的公务员需不需要惩处？我想台南市政府当然可以根据他既定的，我现在讲的是这个案例，对，我想台南市政府会更多，对，这个他当然可以根据这个案情的一个状况做出这个行政的这个议处，这个是他的一个首长的一个权责。是啊，我请教一下他的权责，第一个能不能把他考绩打平等？考绩打平等这个，我想在我们的考绩法里面，当然考量因素非常非常多。他如果把这个列为考量因素之一，我想这是他的一个权责。是哦，你还是尊重就对了哈。对，这是尊重，尊重再尊重。但是现在的部分可能要办强迫他们不能够，因为现在已经3月19以后完全不一样，因为自己可能会变成代言者或者是超级传播者，都有可能这个样子嘛哈。所以这个的麻烦在于这边，我刚有问过。
未来如果需要超前部署的时候，请问我们根据什么条件会宣布所有的公务员都不可以出国？我想这个我们还是会根据疫情指挥中心。没有了，我知道了，我当然是知道说根据疫情指挥中心。我说你们的程序怎么走？第一个来，疫情指挥中心在2月23的时候有管制出国对象是公务人员，是医，对不起，是医务人员哈。然后呢，在3月16开始的时候呢，疫情指挥中心也根据各级学校的中小学以下的师生出国计划都暂缓。当然这个不包，都是不包括公务哈，必要的公务型。那我现在要问一下，现在学生已经出国暂缓了，医护人员也出国暂缓了，一部分的这个县市政府，包括澎湖县政府、台中市跟台南市也宣布了。那请教一下，什么时候会升高到变成是用中央的方式来发布说公务人员都管制出国或者禁止出国？我跟委员报，其实我们现在即使没有做这样宣布，几乎等于是形同这个都禁止，因为我们现在三级就不准嘛，那现在几乎所有的国家主要的会旅游去的国都已经变疫情中宣告为三级了。对，那所以实质上就等于是机关首长都不会准了。不是啊，他会选择三级国家以外的国家啊？那我们就，我想这个应该就像我所说的，大部分的都已经三级了。我们现在最大的麻烦就是99%的人都是遵守中央疫情指挥中心的建议，对，但是就怕那漏一，好，挂万漏一的这个1%的人回来变成超级传播者，然后还会在网络上面洋洋得意说你看我都没事情，然后还可以拿 duty free 的东西在那边讲，这个部分是造成很多人会觉得不公平的地方。所以他如果自己本身有公务人员身份的话，我认为人事行政总署再研议一下，他如果是第一个明知故犯，然后第二个是觉得好像是这个闪一下哈，能不能闪避这个风险，但是回来有出状况的话，他不能有的权利就是不能给他，甚至要剥夺他一部分的这些假期，或者甚至有一些是需要处罚。那这个部分呢，因为都不够明确，所以很多人还是在询问，因为大家都知道比较苦闷嘛，这段期间里面也不能出国，都取消了，那所以都啪啪走哈。那公务人员啪啪走，这是带头示范，这是错误的示范啊。所以如果人事行政总处没有办法做出这样，不管是道德的规范或是其他的这个方式的话，其实反而会不好，因为他会觉得说啊，我隔壁公务人员这样出国佚佗，我也无需要受到公务人员规范，我何必管你们哈？这样子反而不好哈。所以我想说，人事行政总处能不能用比较铁腕的方式来要求这些出国管制的对象？当然，我们都等疫情指挥中心来做宣布了。不过跟委员报，其实我刚刚跟委员报，我们3月17日所发布的最新的这个拆价规范，实际上就已经几乎像委员讲的这个方向在走了。艺术的拆价的规，拆价公都用拆价规定的艺术的，刚刚很清楚的告诉你，只要可归责于你自己的呢，好，你哪等啊？我三代，第一个不要准假，好，第二个如果你真的还要再出去回来呢，好，你就会受到别的那种可能行政的益处，类似这些状况。事实上，我们3月17日就已经往这方面发出这个通函了。那你有这个发布的部分，给我一份，对，因为参考37嘛，才是前天才发布的。前天发布嘛，给我参考，因为一定是随着疫情的发布哈，在一直往上在升温的状态。那我们就跟着这个强化那个拆价管理，要保持这样的弹性的限度会比较好，好吗？没错。那个因为人事行政总处虽然看起来不是很那个站在第一线，可是公务员自己本身的差勤规定一定要能够协助防疫，做到减灾跟围堵会比较好，好吗？对，这是我们努力的方向。OK， 好，一定会这样做。好，谢谢。好，谢谢刘诗芳委员。接下来我们请吴一丁委员发言。主席，谢谢。人事长早。哎，委员长。我想请问一下的是，我有看到你们的稳健落实零派遣计划，这个在2019年1月底已经是减少了7301人，减少了大概70%，这是非常非常好的成绩。那我想请问一下，当时候之前的院长赖清德院长，他是希望可以在2021年起不再运用劳动派遣，这个我们是现在看起来确定有办法达成吗？确定今年底，就是2020年底一定会完成这个。今年底就会完成。好，那我们确定这些是会到不会到更低的劳务成本。应该这样讲，跟我们报告就是说，我们当初所宣示的行政院所属的这个派遣人力，是以大概那个
范围为主。啊，我们行政本来就有这个承揽的这个人力，所以这两是两轨制。那我们的目标就是把所有本来呢7000多个调查的那个劳动派遣呢，通通的要归零。所以我们今年底以前一定会把这7000多位呢不再有劳动派遣。那这劳动派遣归零，主要都会变成呢政府自己雇。啊 ，OK， 所以确定是到政府自雇，就是不会到其他的、比较高的比例，大概快有70%左右，应该都会变成政府自雇的。那我们在劳务承揽那边的人力会增加吗？应该这样讲，以如果实际上状况，我们把政府部门分为三大类，一类是纯行政机关，一类是学校，特别是大学，一类是医院。那行政机关其实劳务承揽的人力呢，增加没有那么多，我们比较多的是。可能会在，也许是医院呐、啊，或者是学校，但是这个因为还有地方政府也有在做这样一个事情，所以这个有些数字呢，因为劳务承揽的数字说真的，没有办法那么精确，因为它是根据契约嘛，那契约里面到底我们契约去讲的可能是一个金额，那预估说因此需要多少人，可是那是一个比较是一个预估数啦，它不像我们其他是一个实际的一个数这样子。我知道，因为事实上，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承揽的话，它等于是最不受保障的，所以我们只是要求说，政府在降低派遣的同时，不要把水把这个。数字灌到承揽那边去，不会，我们会很合理的做这个事情。对。然后接下来我看到我们在防疫期间非常的好，我们给防疫人员专案的加班费，我觉得这非常非常值得鼓励，而且这件事情应该要在防疫之后也持续下去，因为我们听到很多公务人员的加班是几乎是超时，而且是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跟劳工比起来有什么。理由几乎是任何理由他都得加班，而且是无限制的加班。那加班就算了，这些加班还没有加班费，因为有预算的问题。那我觉得我们的公务人现代的公务人员真的是比20-30年前还要很辛苦了。那我们是不是以一个政府应该作为全国的榜样，全国企业的榜样，我们该好好的来对待我们的公务人员，让他们不要这样超时，超时是有理由，或者是非就是真的有必要的时候，就像是现在防疫期间他超时工作了，我们给予合理的补助。那不要说加班算了，就是我听到的很多公务人员他们的年假都如果真的去放年假的话，他的考绩听说是会被打折的，就是我想要跟人事长确定一下是这样子吗？如果他的自己的休假是不会了，他休假是不会，法律上没有说，法律上明文讲说，如果你休你自己的假是不会列入考绩的。法律上是没有的。其实我在想说，人事长，你可能要想一个办法，让这件事情怎么确实的落实。因为我很多公务人员的朋友，他们跟我说他们的年假的时候，我想说哇，那你们的生活还不错啊，年假十几天，他说没有，都没有再放，因为放了的话考绩就会下来。那我觉得可能要看一下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来了解，不过我想。应该是法律是我们法律会说受到考绩影响，应该是只有事假跟那个病假这两个假，对，其他是不受影响的。OK， 那另外在防疫方面，对不起，这个东西我延伸到，因为就是之前呢、公民。有一些公民团体他们提了建议说，公务人员是不是可以比照劳基法。那个时候是2018年的6月，那行政院这边的回复是说维持现行规定。那我不知道说我们现在是不是有办法当然完全跟劳基法一样可能没有办法一次到位，可是我们是不是应该要规划如何慢慢朝向这个方向，让我们的公务人员让我们的政府作为全国企业的榜样。我跟我们报告，我想我们看任何事情不是看单点，毕竟一个劳护关系里面一定要看整体的所有工作条件。那如果以这个整体来讲，包括他后面的退休方面的一个对待，我想公务人员纯公务人员这个法制，我想他整体来讲绝对会比劳基法呢来得优越。OK， 但是我们确实有一块领域是，比如说我们有聘雇，
它因为它不是公务人员人事法制体系禁用，但是我们聘雇部分有少部分的工作条件确实是可能不如劳基法，但是大部分也都跟公务人员相同。那我的意思说，所以这个部分我们目前都在努力怎么让说，只要是政府禁用的类似这种聘雇人员呢，能够他所有的一个工作条件呢，至少会优于劳基法，因为我们很多劳动是可以优于劳基法，而且是一个最基本的一个规范，所以我们才说，我们希望在未来有这部分呢，能够再怎么样去强化这部分对他的一个劳动条件的这个优厚，我想主要是往这方面在走。OK， 那另外一个跟防疫期间相关的，我不确定是不是请教人事长你，还是请教外交部，因为我们现在其实我们在海外有非常多的公务人员是派驻到海外的，那我们现在知道现在海外的疫情是比较紧。那我们对他们有没有提供任何的保护措施？这个是外交部因为外管会去处理这样的事情，不过我目前嘛可能没有这方面具体的信息，我来请教我们的外交部人事处长那边给我一些讯息，如果会后的时候我有进一步的讯息，我再跟委员做这样一个说明。对，尤其是我知道我们很多是到东南亚，然后东南亚有比较富裕的国家，也有比较贫穷的国家。我们知道贫穷的国家他们是确诊率可能是零，是因为都没有筛检。那我们在许多同仁在那个外管那边工作，其实是。相对危险的，那我希望我们这边也可以做一些事情保护他们。好好，谢谢。好，谢谢委员。好，谢谢吴怡丁委员。接下来我们请郑丽文委员发言。谢谢主席，请那个人事行政总处。好，委员好。两个题目哈。第一个题目就是说呢，其实这是一个。长期的人力不足的问题啊，就是我们的村里干事，尤其是因为六都升级了以后，那其实除了原本的老六都啦，就是台北市村里干事是有足额的，剩下的都是非常严重的缺额。好，那这么多年以来也都一直补不足。好，但是你看，因为我们现在正在防疫啊，好，所以说现在在防疫的这个期间呢，村里干事。他的这个工作量是更加的沉重，譬如说你居家检疫，他们就要负责送餐，要打电话，要了解，要甚至于要安抚这些隔离检疫者他们的心情等等的，所以他们现在工作事实上又是加倍的。那再加上原本人力就不足，他一个人不是只负责一里而已啊，他是远远就等于是说超过他所能力能够负荷的。那这是一个长期存在的一个问题啊，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什么改善的计划，或现在的进度怎么样？我跟委员报告，村里干事并不是中央政府负责，它是由地方政府来决定它人力配置。那我们的整个人力管控就是地方政府自己，我们设定它的人力的一个编制，啊，它的编制下就有县市政府或者是直辖市政府自己去做一些调配。那确实，那个有些县市我们也理解，就是说，平均数呢可能。差异蛮大的，有的可能一个里干事要负责的里数比其他地方来的，我们确实有知道，但是这个应该我们也大概如果有这个事情都也会提醒我们派在地方的人事处长呢，他应该要多多去注意这个事情，然后跟这个县市首长呢或者是直辖市长提醒这个事情。我想跟委员报这个主要是我们员额完以后是由他来配置。对，但是他的你们虽然是有员额嘛，那他们还要考虑到就是说他的人力的状况，考虑到他的预算的状况，就是说各县市政府他会做这些考虑嘛。没错。那就你们以中央的立场，如何来？因为升格很多年了呢，这些其他新的五大部分，因为比较严重的短缺的，大概都是新升格的六都啦。那所以说他们这个短缺的问题其实已经存在很多年了，那对于这个部分是不是可以请你们譬如说列个时间表啊，阿伯因为都没播，他永远不会补足的啦，因为他也考虑到说他自己的预算啊，就我的意思说各个县市啊，各个尤其是各个这个直辖市，所以是不是应该要有一个比较清楚明确的要求啊？譬如说应该定一个时间表啊什么之类的，不能够这样无限期永远的补不足拖下去啊。我想委员的关系，我来再进一步来跟我们的地方的那个人事处长进一步来做一些了解。对，我的意思就是说，您得先提出要求嘛，好不好？对啊，按他们县市才会有压力啊，不然的话，他一定是
对不对？尽量，反正村里干事他也没 不能怎么样啊。对了，我想跟委员报的，讲这是地方自治的事，但是我们也会来跟我们的派的一个处长好好再来提醒他这个讨论说，特别是提出我们这边的目标嘛，这个提出我们的这边的目标，希望他们能够重视嘛。好，那第二个哈，比较一个基本性的问题啦哈，就是说，因为现在整个时代的变化是非常快速的，我们当时所有的国家公务员考试进来任用之后的时候，大家都知道说我们中华民国的公务员素质是非常高的，水准是非常高的，但是问题是说他考进来的时候他虽然非常的优秀，但是因为时代的变迁很快速，很多他需要有新的知识，我相信这个人事长一定知道这个意思。那么国家公务员，我譬如说好了，他可能考进来的时候他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做再生能源啊，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做气候变迁啊，啊这个很专业呢，这不是说我们平常看报纸的一个基本常识就好了，他如果要主管这个单位，而且不只是能源局，是你变成是所有的政府部会，你都必须要有这种新的观念，然后这必须是全民总动员的一个目标。好，譬如说 5G 的时代，那你配合 5G 的时代，或这不是只是单纯的就是说电子化数位化而已啦，好，配合 5G 的时代，虚拟的时代，然后再加上现在有很多新创的，譬如说 FinTech， 很多这种破坏性的新的经济，数位经济，这些东西都是很快速很快速的，你可能三年新的科技就旧了，三年就是一个 generation 了，所以我们现在因为人事行政总处呢，感觉上我们传统的功能是很被动式的，然后呢配合各部会的需求啊要求，还有整体的人事的一些例行的既定的你们的规划，但我一直觉得就是说，我过去也在行政院待过，那我一直觉得说这个也在立法院待过，我一直一个很深刻的体验就是说，我们的公务员虽然很优秀，可是有时候他跟这个时代脱节的也很严重啊，那你也不能怪他们啊，爱做料的是安呢，那对于新的事物他难免心生保守抗拒，他不熟悉，那变成我们国家在推动不管是蓝的或绿的，我的感觉，我很深刻的感觉，当我们在推动很多新的政策的时候，其实是来自于公务部门的抗拒，因为他会害怕 他不敢试错啊，告诉你啊，出下面就连公务员要付瓦税耶，对吧？探钱不是他在谈啊，对吧？所以在这种普遍的状况底下，对于整体的国家竞争力，整体国家进步因应新的时代的这种，难免很多的民间部门是会 complain 的啦，都觉得说政府都不办啦，跟公都听不啊，对不对？所以在这种情况底下，人事行政总处有没有思考？我是觉得应该要思考了，把变成传统的这种你们的这种角色，变成是一个积极的，对于国家长期发展的，对于国家长期这种愿景型的，不一定它是配合政党，因为你们这是文官体系为主嘛，哈，而是长期的这种发展，主动的去规划，就是说，哎，我们的公务员如何能够不断的成长，因为你们这边有公务员的很多的开很多的课程嘛，你们现在的做法的时候各部会报应的书给挖下，可是如果是能够由上而下，因为新的愿景，新的时代的变迁跟需求，然后提出新的规划，哎，有时候部会很保守呢，有时候部会很抗拒。譬如说我刚刚讲的 FinTech， 我告诉你，所有的金融部门都是抗拒的啦。因为什么嘛？因为传统银行业是抗拒的。我们传统的金融部门是管传统的银行业，所以新创的所有的这种金融，他们都是抗拒的，都是不会提供给他们一个环境让他们成长嘛。所以这个时候你必须由上而下，由我们的行政总处主动的去规划，去改变我们的官员的素质跟观念，然后让他们知道说，哦，原来新的时代，这对于整个国家的发展其实是很重要，他有这个概念。不然的话，我们长期都觉得民间的智慧、民间的进步、民间的效率永远高于政府。为什么？哦，我们的公务员那是熊优秀的啊，为什么还会这样？所以我这是一个基本的问题，是不是可以请舅舅？谢谢委员，我完全同意，非常非常这个敬佩委员的这个观点，也完全同意哦。特别是怎么样在人力的培育跟这个训练，或者是怎么让他不断成长学习的过程，其实这真的是很重要。那老周跟委员报，我大概接这个
工作以后，我特别跟我们学院在办理这个事情，是让我们做了非常多，比较像是由上而下的那个课程的那个设计，特别对国家重要发展的事，我们有时候用数位学习，有时候课程的一个规划，那提供给我想这个政府的这个同仁来做这个各式各样的学习，我想一步一步做，那当然部会要扮演他自己的角色，毕竟谈的分配在。比方金管会、财政部，他们一定要更充分能够让他自己所属的同仁呢，去了解这个状况。那所以，我们人事体系里面，我进来以后也要求我们的人事主管，我们有年度业务绩效考核啦。那我们也透过那个方式说，自己部会人力的这种培育。这个是列为我们的一个重要的工作之一，可能我们不断在做，也许做的还不够好了。不过，我想我非常非常支持这个委员的提出的这个方向。那是不是可以？我待会有个临时提案啦，哈，就是说，请你把你们所做的努力，然后什么，我们未来我们提出的一个书面报告，或者是未来如果我们可以委员会专门来讨论这个，全力支持你们人事行政总处做这样的一个转型，我觉得对整个整体国家力竞争力的提升，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关键的。我接触过，对不起哦，时间，我接触过很多其他很优秀的，譬如说像新加坡的公务员体系，譬如说像澳洲的公务员体系，我都对他们的公务员的表现非常的佩服。对于一个譬如说新加坡，他其实只是相对于我们台湾的司长，他们叫科长啊，这样子的一个层级而已。他讲到总管整个新加坡规划，新加坡当时的整个我们所谓的赌场啊，他其实不是这么简单的一个赌场，对他们来讲是整体国家，而且突破整个新加坡传统的这种概念的一个东西，他讲得头头是道，而且对于整体的规划、整体的愿景、大的方向，而不是只是对他所主管的一个小小的一个部门的这种官僚式的一个关怀的这样子的一个全方位的角度，我觉得对台湾来讲，这真的是一个。就是说台湾有非常充沛的民间的活力啦，如果我们的公务员也能够跟他们一样搭配的话，啊，我想未来台湾是不得了。所以就这一点，我们待会会临时提案，谢谢。好，谢谢郑丽文委员。接下来我们请赖香伶委员发言。主席啊，人事长啊，委员早。刚听丽文委员提到哈，他对于你们的期许能够策略性的转型哈，那我觉得你们应该还是要智慧化的转型，包括前瞻性思维哈。所以第一个问题还是就叫我们自己人事行政总处的定位上面，我们是政府的人资部门，还是政府的什么样的定位呢？我想虽然我们叫人事行政总处啦，那我想我不断跟我们同仁讲说，因为我来自学界哦，我觉得。我们应该尽量呢，把自己定位是做人力资源这个管理跟服务的一个部门，对。是，所以我想在报告里面很清楚提到，人事精简啊，一直是这几年政府组织再造里面大家会去看的数字啊。那人事精简，我看到你们报告里面现在总体上是大概含其他这个公务跟非盈利基金的预算员额是220,000多人啊。是，那总体来讲，你们希望逐年都能够减达到5%吗？这个是你们的既定的政策？没有。我当人事长，我不设定这个目标。是，所以你们但是我们合理的去管控人力跟运用人力，合理管控哦。那现在就涉及到一个问题哦，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现在政府部门里面经过考试的公务员哈，在这个220,000里面，大概占比是多少？我们中央政府印象中大概是十几万人，没有明确的数字。我不太记得，那个一定有正确的数字，我可以提供给委员会后的时候提供，这十几万人，对。因为从我的经验上，我的政府的这个机关里面，一个局处里面，大概有一半是正式的公务人员，另外一半大概就是用聘用啦、约雇啦。临时人员啊，哈，作为一个人力的补充，也就是大家简称的计划人力哈。那所以我也想请教一下，在现在的如果100,000左右是公务这个公务人员考试，17万左右、嗯，那聘用的大概占多少？我们中央总聘用到10,000，约聘雇加起来10,000多人。10,000多人，对。那请用聘用跟约雇差在哪里？我想这样子跟他担任的职务有关，聘用会相当于我们高考。
大概高考进来做了见任职等啦啊，那约顾大概相当于普考啦，是做的是普考。其实外界都不太理解我们这样的一个续薪跟他的这个要求啦，所以大概聘用跟约顾，我们可不可以简称是还是我们的公务员，而且是广义上公务员？我们视同是国家的这个公法上的一个关系。那到了约用呢？约用其实主要是在学校。这个名称是在学校，尤其是大学，因为高中以下不太有这些的。大学因为很多计划，各自基金用人，他们就称为叫约用人员。好，再来就往下了啊、哦，这就是这次报告里面也讲到，在第三页谈到我们要在今年底达到零派遣的一个目的嘛啊、哦，那到目前执行的状况是怎么样？今年执行就是说已经有剩下，老实说到今年年底我们只剩下200多位还没有执行完成，是，所以意思几乎已经是90甚至97-98%都已经完成，就变成零派遣了。所以你们现在在这些派遣人力转正成为自雇，这个是政策还是看筛选的方向？我们是政策，但是务实的给各机关根据你的业务的这个性质去做盘点，因为你当初会设定这个目标，已经先去了解，就是说派遣人力，各机关在做派遣主要做哪些工作。是。那我们大致上一个大的方向说，那个工作如果是你机关里面不是比较偏事务性跟那个性质，比较是核心或者是所谓支持核心的东西，我们就应该让你可以自雇。所以到目前为止，比较大的部会，农委会、文化部、劳动部，他们都完成派遣人力都完成了吗？农委会本来很大，但是农委会已经剩下大概不到200个了。就是我想说，我们还没有完成，就是那农委会，主要是农委会今年会完成，但他本来很多。我想有一个要跟人事长特别说明哦。其实我觉得中央有很多基金用人哦，他们也在这样的一个派遣转正里面是漏掉的，并没有让他们呢也能够在行政院的总体政策这个方向里面呢去同步实施。所以我是要求我们人事行政总处是不是也查核有关基金哈、哦、聘用人员的这个方向里面，如果还是过去用委外承揽等等，或者是假派遣等等，我建议还是总体清查，特别是一些大的像救安基金哦，它有很多的这个人员过去就是用劳务委外，但如果总体上大家觉得派遣或者是承揽都不是一个很好的做法，你这里写到要改为自雇，然后觉得达成率到90%几，其实还是有漏网之鱼，所以我要求也建议能够清查，然后看是不是在一个月内给我一些这个基本数字的调查报告。好，我跟委员报，我们努力来做一些基本数字的一个查，不过简单做一个补充啊，我想委员提到的是应该是我们现在努力做的是把本来的派遣呢，按照我们的原则呢转正，但如果原来本来就在做劳务承揽的这一群，那是涉及到业务本身到底是不是属于应该要自雇？那这个就是另外一个议题。我想我应该了解我的一个讲法。所以人事长是不是你应该更前瞻的？你也来定出第二个二年计划，就是把承揽重新的检讨。因为承揽很多业务其实一直是继续性的，然后他们虽然是不核心业务，但是他在职场里面的这个环境条件，因为承揽外包造成的这些价格上面的低价竞争呢，其实间接让他们的薪水、让他们的劳动条件、让他们的劳基法的保障一直是受争议的。这是不是您在这个前瞻这方向里面定出一个怎么样的落日？我想谢谢委员的指教。我想我们怎么把承揽这个业务，如果真的要承揽，但是要确保承揽的人劳动条件呢不能低于呢，好、哦，就是不好的一个劳动条件，这个是我们可以努力的一种方向。譬如像说承揽契约里面怎么样去保障他的薪资啊，或者基本上这是不能够做溢价的，或者怎么样，这是一种处理的方式。另外一种方式可能就是有些部分的承揽是不是要去检讨，就是说转成自雇，那这个是我们一起来通盘考虑。谢谢人事长哦，您真的是前瞻性的人物。你看看这个法务部矫正署哦，他这个台北女子看守所里面，他在这个社工人员的劳务承揽
这样的一个招募人力的这个资料里面就可以看出来，这全部都是自然人承揽。其实一个自然人他凭什么去做招标承揽呢？这是在概念法律概念上是很 不利于弱势的一方。那他在签约里面也很清楚讲到，这样的人呢要受的规范，要上下班打卡，要请假，要有自己去这个劳健保等等的厂商要承担，可是根本就没有厂商，这个人就是厂商，这个自然人社工就成为厂商。所以我是觉得说有一点在政策上也不要美化派遣转正归零，这个我觉得方向是对的，但是劳务承揽假派遣真雇用，假承揽真雇用，在很多的部门可能基于员额的限制，可能基于这个计划基金来源不稳定等等，就采取了这一些人力补充方案，用计划用人。这些社工我相信在这个矫正署里面的社工一定是长期性需要的，他不会是临时性一年两年的。那这样为什么不能在组织不管是修编也好，组织扩这个调整也好，让这些人力有一定的资源跟这个专业上肯定，那这个是不是可以请人事长说明？我想个案的部分我们会去做一个了解。我想我们大的政府方向就是不要真的是就是说假承揽啦。好，我想这个这不是好事情。那如果有这个事情我们怎么样去因应？那我们我想我们有一个总员额法总额一个限制哦。那我知道这个总员额法是一个法律，我想代表社会跟立法部门对行政部门希望能够合理管控员额的一个期待。那我们也会在这个大的框架下努力去做一些人力的一个调配调控。我想这个部分呢，我想我们会来做一些努力。像这样的案例可能行之有年，可是我们今天在这里在讲整个人力盘点里面，如果转正是作为政府认为保障劳动条件比较好的政策，第一阶段已经做了，第二阶段就应该检视这样的人力的这个禁用是不是可以再更有计划的转正。好，这个我觉得相对大家就愿意为国家做贡献，成为广义公务人员的一份子。好，那最后我想利用点时间请教，刚刚在讲防疫的这个问题，现在很多劳工在讲说他的雇主都禁止他出国。好，那我想我们公务员的这个员额里面有一大半是适用劳基法的，那我就就叫我们人事长或副人事长，这个劳工被禁止出国这件事情在法源上面你们的看法是怎么样？我们这个法源的部分应该我不太适合回答，但是我适合回答是说，如果是我们政府自己雇用的人，不管他是公务人员、约聘雇人员，或者是劳基法适用的人，那他如果要请假，都一定要经过首长的这个核准。是，那我们首长会根据他的一个专三级，我们就不会去做一些核准。因为民间都在看政府怎么做，政府作为雇主，公务员我刚刚相信你们已经有一套 SOP 的，劳基法这一套并没有 SOP， 所以我是建议你们赶快研议，要不就是通令各个地方政府针对这个劳工劳基法部分，因为防疫禁止他出国，应该在工作规则里面赶快订相关的这个负责公告，让大家援引之后呢，用契约的方式让他盘点进来，不然我认为大家会觉得无所适从。公务员有一套，劳基法的就变成法外的，这个没有人管，这个还是请人事长报告。我想我们发出的公函就是包括自己用了这个适用劳基法，这个我想临时人员是对，但是已经有争议也有澄清了，是好不好？还是请人事长多费心一下。 好，谢谢。好，谢谢赖香伶委员。接下来我们请郑运鹏委员发言。哎，主席、各位首长、各位同仁大家好。那个人事长，有关防疫的部分就一个跟你请教哈，那就因为你业务报告里面有提到保险的问题。对，那保险你们的写法就是说你们用保额1000万以内哦，那就同意各机关去办理，这个没有错嘛？没有错，没有错嘛。那因为你以保额1000万哦，我在猜你们让各机关去办理，是因为每一个工作性质它的范围不一样了哈。但是我的建议是这样了，就是说如果1000万一年期的保险大概是保费大概是2万块，以这样来看的话了哈，假设了哈，因为都要拿预算嘛，你们是不是可以建议说倒过来？你们就用2万块的保费，或者15000或3万，我也没有意见啦。倒过来说，你们去公开招标看看，他保额有没有更高的？你其实倒过来，因为你对他保障1000万，可能大家理解说，哎，可能还算合理。但是有可能你用你的概估里面2万块的保额，有可能保到人家承做到1500万、2000万。所以如果你用1000万的保额上限的话，你可能造成说我省一点保费，但是对这个状况来说没有必要啦。你可以你跨买好不好？
如果那保险公司他认为说我一样的保费我可以做到更高，那对于我们这些防疫人员来说更有保障的话，其实这样子比较好。他们看的不是保费，因为他不用出，他看的是保额。对，我在委员念这个建议，我们来研究看。那我想委员了解，就是我们提供这个东西还是要不是说大家都去用，一定是有一个可能它直接跟防疫有关的才用啊。这个机关啊，机关就是根据他们性质去做这特别预算里面，我们都是尽量要钱给钱，要人给人啊，没错。然后尽量给弹性，对，然后也不要去打扰他们，对对。所以这个部分对象我没有意见。好，但是保额的部分，反正你花同样的钱嘛，并不是让你们花完，但是没有必要去省保费。大概是这样的观念了啊，人长这个没问题，我来了解一下哈。好，谢谢 okay, 谢谢委员。好，再来还是跟人长讨论的哦，就是我已经您上任到现在，我每次都讲这个事情了哈。我们现在政府哦，有可能是历史的缘故，那但是以现在来看的话是资源错置，我认为应该厚生薄葬，就是让生小孩的多一点，然后让丧葬的部分减少一点。但现在的资源错置是厚葬薄生，这个没有对错，可是要有人必要去当坏人。那为什么我要把厚薄放在那个生跟葬里面？因为我希望说我尽量不增加政府跟企业的负担，就一样的资源、哦、可能在个案里面有落差，但是总体来看是平衡的，所以就是一个降低一个增加，这个观念人长您了解了、哦、了解。那现在政府勇于做坏人的话、哦、我觉得某种程度比较合理，社会有掌声了。对这次防疫中心呢，包含什么照顾学生的照顾假啦，包含什么薪资补贴，其实近乎都会做拍狼，可是社会可以理解，我们的支持度就高。所以人事总处在这方面呢，我不知道你们现在有没有作为，但是我是希望说拍狼啊走起来哈，我认为合理的部分，我的基层不管是军公教或者那个社会哦，应该都会肯定才对。去年我在10月2号的时候有质询，这张表应该人事长你应该有印象了哈。我拿的是我们那个公务人员的婚丧补贴的那个表，那这个重点就不用讲太多，重点说不管你是结婚、生育或者丧葬的补贴，你们都是以他的薪资的月俸作为倍数，对不对？所以造成的结果很简单嘛，职等越高，职级越高，不管你是哪一种，给的越多。可是，一样生一个小孩，我不相信部长的小孩他需要喝的牛奶就会比需要喝的奶就会比那个科员的表那个小孩还喝的多嘛？叫进户来恭喜，赶快呢！所以你的补助你是用月份用月俸来做倍数的话，就会造成说。薪资越高的给越多，薪资越低的反而给越少。那我上次举的例子是什么？桃园现在对于市民的生育津贴、生育补贴，一个小孩3万块。那我们如果去算最基层的公教，就23000。所以他在桃园扣零这三万嘛，叫尿了哈。但是他如果不是桃园没有生育补贴的，你相对上来说，那我这个对于基层的军公教，其实相对年轻 ，SNH 少年呢，结果你给他少。好啊，如果老来得子的，你给他很多，那个没有道理，那没有道理。所以在这一点上面，我上次所讲的，对于那个后生的部分，好、哦，就是我们用减账的那个下来。刚讲的不只是生小孩，包含丧葬，对不对？丧葬也是越高官补越多，甚至在上一届有发生过一位那个立委家里面有丧事，他私下跟我讲，一定要给他几百万，你要给他自己都拍死，又不能退。这个状况会变成之前的政府的行政官员很多了都会发生这个状况，并不是说不能领，而是说对于丧葬，现在其实我们如果跟五类招通还拢怎样了，大家的仪式都相对简单，而且相对都有人承做，所以如果我们的丧葬都采定额，我们的生育都采定额，一定会省下来，然后而且让基层觉得说你没大小孩的差别，一压拢没大。然后丧葬都一样，你要铺张你们自己家自己去处理，所以高官高薪你自己办多，我没有意见。但是把那个丧葬的定额省下的钱拿去给小孩子，应该可以，应该讲得通吧？所以这几波婚姻做拍狼，因为有人被剪掉，但是我相信对多数人都是可以理解的。那不晓得人事长你有没有初步的方案？我想在过去这几年都一直在指教这个问题。老实说，完全理解了这些事实都是同一个，不因为你身份啦。对啊，啊，所以因为我们过去都采用那个身份的薪资嘛，劳工体系也是这样子啦，公务体系也是这样设计。那这个观念上怎么样去进一步的一个改变呢？才定额。
的方式。其实我想我们总处确实上次委员提过，我们内部也有做一些讨论跟研议的。那这个过程我们会继续，改革的过程总是可以往这边朝向慢慢来走。那怎么样找到一个适合的定额啦？我们这样讲，那个定额哈，我相信丧葬大家都一样嘛，因为你如果是公务员本身。对哦，那你往生这个当然你本来就有相对的抚恤，对，他是亲属嘛，对，他亲属你照薪资没有道理，他自己又不是公务员，这不斗笠嘛，对，生小孩我刚讲了，大家小孩都一样，越基层的公务员其实他薪资相对低，他能跟小孩相对少，对，所以你如果定额大家都不会计较，对，而且你高职等的，我刚刚讲除非老来得子，对，你立马差不多要被生一郎救，会生的人真的比较少，对，所以你影响到的以生育来说影响到的人少，帮助到的人多，那以丧葬来说，以这个时代真的也尽量减少铺张了，对不对？而且越高官越怕被人家讲你铺张，所以你只有采定额，我觉得讲得过去啊。啊，如果说阿板板啊，这是什么大的改革，我也不觉得不尽然。我们以帮助后生为前提去帮助那个，然后把那个丧葬下降，我觉得完全合情合理了。我完全赞成那个委员的讲法，因为以目前来讲都是比较年龄层比较低的会生育嘛，啊，如果我们适当的把那个定额我这边稍微往上提高，嗯，那会有丧葬的大概都年龄层会比较稍微资深一点，我不能讲是最资深，稍微往下降一点，这两个平衡我想我们可以往这边来走，来跟公务同仁做一个好好的一个说明跟沟通，我想就比较能够顺顺利利的把这个事情完成了。那个生育用定额这个应该是算简单啦，嗯，算一简单，我刚刚讲的就是有可能会被剪下来的人，他们生育的那个比例也不高，但是对于基层来说，哎，对于来恭喜五报，五报嘛，对吧？丧葬的部分这样子，你至少把那个什么五个月啦、三个月的，对，这个可以下降基数吧？我们可以去设计一个定额啦，就您这里讲说一个定额，定额是更好，对啦，基数也是可以的，我们也可以下降到一个基数啦。你们完全不启动啊？对，我苦你们该去骂，总咨询也问过。只是越来越具体，但是到现在听起来人事长也没有任何方案啊。是有内部已经有讨论，包括用定额或者是一个标准啦，啊，就大家起义标准，这个都是可以采用的一个方式了。所以起义标准，譬如像说，就像说我们是以几职等的，好，哦，那个俸额，哦，嗯，不管你实际上是多高官或者是多低阶，我们都是采用同一个。只等的那个俸，那也是我讲的意思也一样，也一样啦，是一样啦。啊，转换成你怎么换算，我没有意见。这个都可以，我们努力去做一个规划。你要用台湾配，我也没有意见。哦，但是我是觉得这是公平，而且可以理解、可以接受的，好不好？好，会影响到的人少，但是会增加的多，嗯，而且政府不太会增加太多的支出。啊，你看好币啦，好不好？好。那今天时间的关系，有关于婚嫁。丧假跟陪产假，婚假丧假我就先不谈，那我会再跟你们请你们给我们资料，大概我们请几天了，啊，婚丧假，请几天的人数给我们，你现在只有给我们平均，没有没有人，这个你再给我们，我们可能需要时间去调查，没问题没问题，好，这个真的是需要时间，现在有平均的一定回过去是有，哪些人请七天有多少人，哦，这八天请多少人，这个给我们，我下次再跟人长请教，我今天就比较简单的陪产假，陪产假。我们在我第六届15年前担任立委的时候是三天，后来增加到五天，这个是对的。哦，那现在有一个比要再增加到六天或七天，这不太容易了，因为陪产假是变成那个公务员跟劳工是一致的了哈，哦。但是有一个哈，哦，状况可以请给那个人事长那个参考。我们因为陪产假没有用完，很多是因为他没有在期限内。哦，那公务人员的话，在15天内你要请完。反正前后15天呐，啊，那因为现在这个状况有当时啊，他是过了期间不能请，哦，所以是袂赴，不是他不敢请，有些真的工作忙还没有请，所以这个是不是哦，临时做较大个啦吼，哦，就是把这个15天你把例假日，嗯，把例假日扣掉，那个15天以上班日，哦，那因为有时候刚好你卡在礼拜五生还是礼拜六生，嗯，你会变成有两个例假日嘛，你那15天对他来说好像可请的范围减少了。我觉得这合理啦，啊，我但是主管是全区部，我们一定会跟全区好好来讨论这个事情，对，好不好？好，这那所以这个部分我觉得应该合理啦，给全区部建议一下。好，全区部在2年前，他们考试园区提出了说要把那个
祖父母提高到父母一样哦，配偶的父母一样，那个后来行政院是有坚持、哦，我们是有反对，这些不独立啊，对劳工来说那个相对剥夺感太高了，好不好？所以这个部分麻烦你们建议，好，谢谢。好，谢谢郑委员。接下来我们请钟嘉宾委员发言。啊，主席、在场委员先进、列席的政府机关所长官员、会场工作伙伴、媒体女士先生啊，那我先赶快就最近的疫情的部分，请总长哈、来厘清一下哈、请问大家都在讨论呐，国家可不可以限制人民出国？那我知道目前指挥中心目前有宣达的各级政府讲的是高中以下的师生。对。那政府机关对于所属公务员有没有办法限制他出国？我想我们是用所有人出国都要请假嘛。OK， 所以所长当然有权准不准假这样方式啦。那如果公务员在没有请假的情况下出国，回国后会面对什么样的？我想我们有行政上的一个益处。怎么？您拒绝讲，我就是想让您具体的来说。譬如说，如果我星期五下班后出国，好、当然现在不能去澳门。我知道很多公务员会利用两天一夜去澳门哈。那星期天晚上回来，那星期一才上班，他没有请假，他也不需要准假。那这种情况之下，如果说公务机关从他的入出境资料得悉他有出国，那这种情况下，人事总处，你们会建议怎么样的方式来处理？我想他基本上还是一个，我想我们公务同仁，是不应该做这样的事情嘛？因为出国要不要报告？目前我们一定只能台上以上才需要。对，是一定。那一定只能以下的呢？我想出国应该是讲他如果用自己的假出去休假什么之类的一些东西，他就我想是过去是我们没有特别的一个要求。不过我们3月17号呢就发出一个正式的公文，是因为随着疫情。对，只是我们就要求所有的公务同仁，只要你出国，不管去哪里，你都要平日或假日都必须要是填写你要到哪一个国家，好，让首长知道了。好，所以说其实到目前为止，纵使疫情指挥中心发布了，好，宣布了说目前政府会限制国人出国，尤其是直接的第一公务人员是政府机关所属的雇用人员嘛，那目前的做法就是先下达一个公文要。注明平日或假日，对，好、那因为假日他没有请假的问题嘛，对，那请假当然是不准呐、对，那如果假日的话，他要出国，那他要注明去哪里，我们还是会劝阻了，但是并没有说不准嘛，所长，假日的话，应该这样讲，那个我想。假日是没有准不准假的一个问题。对啊，我们会劝阻。我想劝阻就是劝阻了啊。那如果没有按照这个训令不会去注明说他去哪个国家呢？他要。那如果违反这个规定呢？违反这个规定，我想就是个别的一个处理。所以就是很清楚了，因为最近大家讨论哈，一直搞不清楚。我说政府目前的政策，防疫指挥中心是希望国人不要出国，但是呢，并没有没收国人的护照，而是利用。这些所属公立学校的师生，他因为有自己的校规，学生有校规，老师有校长准假的余地，那公务人员也有机关首长准假的裁量权，所以运用、不同意请假出国的方式来限制他出国，并没有把他的护照收起来嘛，哈、没有，好，那确定一下，好，厘清了，所以目前呢，这也没有所谓的违法违宪或涉及到紧急命令发布的问题吧？我们公务体系没有，完全没有嘛，对对，所以目前是用目前的在行政机关自有的。行政管理权限，去限制所属人员出国。那如果说不是公务员，不是老师，不是学生，目前对于一般人民出国，啊、这个当然不是你的权责了，就是没有收掉他的护照了哈、除非他是被限制出去。好，来，我那要问的，我今天本来要问的正题啊，就是考试院组织法的修正，1994年6月14号已经修正的时候呢，是考试院呢对于各机关执行有关考权业务，并有督导。监督之权呢、这是在20几年前了。对，我们去年修正后呢，只有考试院对于宪法正规条文第6条第一项所定事项及宪法所赋予的职权、那请问这一条是什么意思？我们修正之后，你们人总的认知是怎么样？总处？这个是因为大院做一个整个对考试院的执掌的一个修正，那我们认知是把后段拿掉，其实应该是代表大院有很清楚的意思。好，就是说他考试院本身，因为考试院下面还有部会，对，就考试院这个机关本身，他对各机关是不督导的，就对自己院所属的机关是督导，对，但是并没有涉及到其他外院。我想
考试院自己跟自己所属的三部会之间的运作关系，可能就是考试院自己要去做处理。好，那我们看一下哈，那人总啊，你们都说整总处了，对，总处有关考权业务并受考试院之监督，这是我们在2011年的时候定的第一条，这是你们组织法。你对这一条目前还合乎现在我们去年立法院通过的另外一个考试院组织法的规定吗？我想我应该这样讲，报告委员，如果说大院已经考试院组织法上次去年底已经拿掉后段哈，那我们总处的组织法因为没有配合做修正嘛，所以两个确实是有点干隔了。好，那但是呢，这件事情呢，到了今年的2月6号，考试院的某次的会议记录我去调出来哈，他们有考试委员有这意见。嗯，哎，因为呢，我们这里啊有立法院有一个今年的1月2号，他说我们通过本院就是立法院通过了部分条文修正条文，我们的附带决议呢是要求考试院不得要求行政院所属机关首长常态性的列席考试院的会议。好，这是我们新立法院所做的附带决议。那考委们对这个很有意见呢，哈，他说这个列席是惯例啦，哒哒哒哒，哈。第二条，好了，他说考试院的会议规则第二条规定人事总长应列席啊。请问一下，考试院的会议规则是属于什么层次的法律？我想他应该一个可能要找到是哪一个法律授权的所定的这个规则吧，好，但是规则应该不是法律了，不是法律。好，那如果说法律已经被立法院修掉了，照说这个规则应该配合修正了哈。好，所以呢，我的诉求一，我想您那个总长语带保留了。我想这一点呢，我们如果人事总处希望要来修正啊，我们也欢迎您提出，不然本院也会来试着提出了哈。接下来我很快的跟您请教，你知道全台首位民选的局长，公务机关哦。局处长首位民选的是谁吗？刚刚我同仁有打 pass 给我，哦，有打 pass 给你，是我们赖委员，哦，赖委员现在不在位置上了哈，对，没有错，在2014年12月14号，台北市的市长柯文哲先生开放民众透过网络或实体登记呢，推荐或自荐台北市的劳动局的局长，后来获选的，经过票选的呢，就是我们的赖香伶委员哈，他那时候呢得到了6372票，扣除不同意的，他有得到6000多点哈，很不简单。好。那再请问，总长啊，人长，那个全台首位由职员票选的这个主委是指，应该说，地方政府的一级机关的首长是谁？你知道吗？同仁有打 pass 哦，这样子好，那真好，你同仁真好，下次介绍给我认识。好，他就是台北市政府原住民事务委员会的主任委员哈。很特别的是什么呢？你看他的资历哈，他曾经在他们里面担任过一个驻区公所的原住民服务员，就是刚刚赖委员非常关心的，甚至可能是约用还是约雇人员。对不对？对，有好、哦，可能是约用或约雇人，因为这个首长是政务职嘛，对，所以他不是常任文官，他是约用人员，但是呢，他得到员工票选最高，20人递件，有2个是或3个呢是他们原来的同仁，结果他在40个员工的票选中获得最高票当选，您觉得这有什么启发性？我想，也就是说，我想委员想要谈的是说，我们如果在挑选这个主管的时候，也许可以多征询各方的意见、啊、不止如此哈，其实呢，我这边哈，不好意思，再跟主席争取一点时间哈。好，我要谈的就是很简单的360度的评量方式、嗯。其实呢，我们这里啊，我们公务机关哈，有一个这个公务人员的平时考核要点，都是由主管对部署或他单位的主管对你的同仁进行考核，但我要强调的是，如果是这种上对下的考核，对公务人员的表现不尽然。你看，台北市的原民会，他由全原民会的人员去票选出一个在他们长期担任约雇人员的人来当局长，哎，这表示什么？他得到他们同仁甚至长官眼中的属下，他得到支持嘛。所以360度的评量呢，我这边给您参考一下哈，就是包括上司、你的同侪、你的客户、你的工作对象跟你的部署。那包括我这里举几个例子哈，在我们的医师啊，在 SARS 之后呢，我们的卫福部呢采用了一个叫 PGY， 一年期的医师毕业后，他经过一般的医学训练，这个医学训练呢，他要历经各个科，而在这个各科的实习当中呢，他要有临床的教师对他评量，他有他所照顾的病人对他评量，他要护理人员对他评量，还有同侪的评量。一般来讲，我们都知道受训医师某种程度上他的护理人员比较像是他的下属了，他的病人比较像是他的客户，所以这种360度的评量呢，不是只看他的长官，不是看他的老师来评量他，也不是只有看他的同侪来评量他，也让他受他督导的人员来。那这个评量的相关研究呢，您可以去参考这些护理师、
医学中心的人事室人员，国中教师也是这样评量，甚至有外商的药厂业务人员。其实刚刚我那个图呢，在前面的图呢，我是从中珠迪和找来的。这个公司啊，在台湾哈、已经用了二十几年那种360度的评量了。所以最后我的诉求就是，请人事总处啊，是不是你们能够考量国外公务员的考核方式？好，将平时考核纳入360度的方式，在三个月内提出说明报告，是不是请总长呢，可以做个简要的说明答复？在平时考核里面多方的资讯搜寻说对某一个人表现的一个了解，我想这个部分确实在很多公司会做啦。是那在政府部门，在国外，我的理解我可以去理解一下，可能政府部门通常比较保守一点，我必须坦白这样讲啦。但是政府要进步啊，所以说为什么呢？政府的效能不彰，我们就是因为民营机构它很进步。我们来评估看看它是不是可以怎么样进一步做啦，未必可以一次全面做，有没有可能什么是渐进式的做法？渐进，我们来评估看看。好，只要人事长愿意往改革的方向去努力，我们愿意给您时间，也让您渐进的去达成。就像刚刚郑委员所提到的，所以三个月内是不是可以请你们这边做一个评估？因为我想你们可能过去比较没有去注意到国外的例子，或国内已经有一些专业团体在专业的领域里面，他们用这种360度的评量了，而且效果很好，甚至在某个地方政府，同仁们居然票选出一个他们后来的长官，我是觉得这个是史无前例的哈。希望总长哈，人事长哈，可以慎重的考量。那三个月内可以吗？我们可不可以在下个会期以前？那我一场比较长一点的时间、啊。你们要这么久啊？对，因为这时间都是在 OK 好啊。如果能够做得更好，我当然愿意给你们比较长的时间。下个会期，下会期提之前提给我哈。好，谢谢。因为下会期我还是会在这里了。好，谢谢。好，谢谢。好，谢谢。因为三个月后应该是休会了哈，好，那就请人事总处好好的写做报告。谢谢钟嘉宾委员，接下来我们请李桂明委员发言。好，谢谢。人事长，委员长，早。其实我今天看到报告的时候啊，我本来其实还是蛮兴奋的，因为我觉得这个效率看起来可以很好，因为我觉得主要就是说民众跟政府之间呢、少了正当的一个沟通的管道，很多的政府的这个政策的推动啊，可能民众都不了解。那因为我拜读了你的这个报告里面第八页啊，里面提到的就是关于这个我们做的这个人工的电脑上面的这个智能啊，人之超人，智能客服，对啊，就这部分，这里面提到，就是说到2009年2月的时候，我们已经回复了35000多个问题嘛。这是从哪一年的时候开始做的？其实这个是我们去年，我印象中我们去年才真正做，而且应该不是去年一月开始做的，也就是说我们开始有这个想法，就引入了这个，当然前面有建制的一个作业，真正上线我印象中应该是去年没关系，去年才九月才做的哦。那真的是蛮辛苦了、那个因为我们实际上面做了一点点操作了、我们发现就是说因为您是从去年才开始做，但我觉得还是有很多可以那个进步的空间啊、我举个例来讲，就是说其实为什么我觉得这个东西概念非常好，因为不管是公务人员也好，他可能或者是一般的民众公务人员眷属也好，他其实心里有很多的疑虑啊，他如果这个可以就像您报告上面所说的可以回答他们的疑虑的话，我觉得这个是最好的一个措施。可是因为我进去我请助理进去那个点选做了之后，我们做了4个测验呢、他只有答对了一题嘛，他只有答对，比如说我们问了他说这个公务人员可不可以出国，像刚刚任市长您刚刚就讲得很清楚啊，如果到三级的那个疫区的话，那主管他就不会核。我觉得像这样，可是您发现说我们输入的时候呢，他回答的答案他可能是没有办法辨识或怎么样，他就提到考试的这个问题。第二题的部分呢，我们问他说防疫假有几天呢、那你也可以看到上面呢，他说他的回答是说他没有找到合适的
答案啊。那当然这个东西可能是需要有专人随时的去给他，这我们倒不是在批评，我们不是在批评，我们是说大家互相从这个实务上面操作去看我们有多大的这个改进的空间，因为本来这个电脑东西就是应该要那个随时的让他这个 update。 我们问他的第三个问题呢，是说学校因应武汉肺炎停课的这个状态呢，你可以看到他讲的是训练啊，他讲的是训练，所以跟那个问题上面来讲，他也没有关系。那我们第四题问他说，因应疫情停班停课的资讯，他虽然没有直接回答哦，可是你也看到他上面其实有回答，最起码他讲说，如果是民间的企业的员工呢，叫这个询问的者呢去洽劳动部了解啊，那如果是各级机关的一个情况之下呢，他讲说这个到专门的停班停课的专区去查询呐、啊、哈，我觉得类似像这样子，可能比如说加上一个连结，有时候加上连接你就不用自己去填了，对不对？你加上一个连接，可能到那个地方它就可以直接连接到，它也不用花这个重复建制的这个。这是一个小小的一个建议，提供这个人事长做参考。好，那我就回到我今天真正要问的一个问题上面。其实现在国人最关心的是防疫的这个状态啊、哦。那谢谢这个人事长，您在您今天报告里面呢，你也提到了。就对于跟防疫有关的人，我们是会给津贴，我们会给津贴。那能不能拜托，因为我昨天呢、啊，我昨天去问那个卫福部的时候呢，我其实还没有答案，但我不知道就是说从人事长这边是不是有规划，因为我们知道在 SARS 期间呢、啊，在 SARS 期间其实它的规范其实是蛮清楚，你看一下这个右手边的地方、哦、对于执行这个医疗的这个医事的人员还有其他相关，但我认为在这一次的情况呢，其实并不是只有这个医疗的人员，还有很多的这个公务人员的这个投入啦、哦、那因为这一次的疫情其实来得又急然后又快，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我会觉得说像这些的这些其实不只是加急加班而已啊、哦。那我不晓得就是说在我们人事总处的部分呢，我们做了什么样的一个规划，对于因为防疫也好，为纾困也好，振兴哈，这里面有急迫性的一个情况，然后这个投入的公务人员我们是怎么样子的一个规划。因为我刚刚听到这个人事长刚刚前面也提到，很有把握的说公务员待遇绝对不会比劳基法上面的待遇差嘛，好，刚才人事长是这样讲的。所以我们看了除了加班好，除了基本的加班费之外，津贴之外，那像这一次的我们特别给的这个纾困条例的情况之下，那公务人员我们人事长是怎么规划的？应该跟委员报告，这个因为纾困条例里面谈的那个津贴应该是比较是从事那个医护人员这部分的、啊、那个就是，所以您刚刚提到的 SARS 这边那个事实上现在都还继续在进行，也就是说只要是已经废止了，没有没有、现在他们还在，就是说他们还是按照那个标准传染病防治有。我今天不是谈，我今天并不是谈医事人员、嗯、因为我理解医事人员的情形，我昨天去问了那个卫福部，我想要了解的是关于公务员的部分啊。那我们知道其实在应该是两天之前英国已经宣布他的这个学校是这个停课的哦，所以那个英镑也大跌，对不对、嗯、对。那我们现在虽然还没有发生停课的一个状态，但是也有一个标准已经出来，那我想了解的就是说，好，将来公务体系公务人员因应这样的一个情况，假设好，我们现在一定要，刚才那个刘委员才特别讲到要超前部署嘛， 对， 对不对？所以你现在即便它还没发生之前，你的规划就应该要先出来，你的规划出来之后呢，包括比如说里面你有提到的就是说不知心的这个照顾假呀、嗯或者是其他的这情形，到底我们人事总处的规划是怎么样子？我想应该是说，如果我们的公务体系统，如果不是医疗人员，对，不是他是支援防疫性的工作，属于那一类，事实上他也是会列入那个津贴的一个事项。譬如这样讲，我们有些隔离所，他可能征用了我们公务机关的这个隔离所，那我们里面就有同仁呢，
必须要去协助做其他事情。对，但我的意思啊，因为你看那个左手边的地方就是条文嘛，特别条例的那个条文里面嘛，他讲他并没有说一定要医护人员，他讲说其他从事防治相关工作人员。我讲就是其他是有。对，所以我的问题说，其他的人员你是确实的是怎么的，给他的这些的津贴的补助？因为我们看到特别条例里面只有这个大项的规定，我们看不到细项。然后我们打到你的那个人资的智能里面呢，他也回答不出来。那他回答不出来，我们其实理解了，因为可能还没有答案嘛。但是我跟文报，我们有其就是那个整个防疫的一个人员里面，除了医事人员，还有其他人员。是，其他我们一天就有1500块，目前。就是参与的人员，参与防治的人员，他一天有一千块钱，1500块，一天有1500块钱，那这个津贴就是从我们这个特别预算里面的津贴出来的，还是是原来各单位的他的预算的里面？这个细节我可能要了解，因为这个可能我就要了解这个细节。您在事后在那个再提出来。那这些从事防治工作的这个人员里面呢，他前面讲的是防治工作嘛，对不对？对。那我们知道说一般来讲啊，比如说那个我们就讲军方好了，军方可能比较容易那个解释一下，他可能去支援这些的那个防疫的措施，对不对？那他的那个危险性其实是蛮高的，对不对？因为他等于是第一线的这个接触到这个这个危险源嘛。那以这样的一个情况来讲的话，你们在讲说每天1500，有区分他的工作的性质，还是是说没有他就一视同仁，都是一样的情形？应该是，我想那个细节上是，如果他有实际参与那个工作的，他是另外额外的津贴嘛？他是什么样的津贴？这个就是我在讲的，就是说到目前为止啊，就是行政单位是有规划还是？那是卫福部有一个规定啊，我们是发了卫福部的规定，好发给的津贴。好，那我可不可以特别拜托您啊？就是说，在会后啊，能不能在你这个人资的智能网上面呢、啊，有相关的讯息，让老百姓？我觉得这对人事总处也是一个好处。为什么？他们可能在别的地方都找不到答案的，然后进你的这个智能的专区里面，资料一打进去之后，马上就知道那个答案。这样会不会对民众来讲是比较方便一点？谢谢委员对我们这个新的一个创举的一个支持。那当然，我也理解这个，他一定要不断去更改改善，那可能现在疫情刚进来，我们很多东西找不到，所以这部分我想我们会来努力来，对，来往这边来，再特别拜托哈。那因为其实另外一个东西，我只问题就好，因为时间到哈。另外一个东西是您刚前面回答别的委员的时候提到这个异地办公的这个情形，那我们知道说实际上面来讲，很多的情形呢，其实异地办公它不见得安全嘛，哦，到最后的时候你势必要变成远距的办公。现在其实你会看企业界比较多的，像昨天台积电已经有个确诊的案例出来嘛，所以这个远距办公的情形是不是也是在人事处的考量范围之内？相关的设备是不是也已经都好了？我们那个2月27号发出去的这个通函里面就包括做异地上班，也开始盘点是不是可以适合做远距这个上班的一些相关准备工作。所以但远距上班确实他需要的一些资安或者相关一些状况会比较复杂一点，不过各机关也会把这个列入一个选项了。是，再拜托那个人事长，您如果把相关资讯，包括公务人员，不管是军方也好，警方也好，他参与防疫工作的，都能够在你的智能网上面能够有答案出来，我相信对民众来讲就是一大福音。以上，谢谢。好，谢谢委员。好，谢谢李桂明委员。接下来我们请蔡益瑜委员发言。谢谢主席。那我来请教我们司人事长。委员好。谢谢人事长。人事长，这个
我们先讨论哈，就是说，因为我们在107年的时候，行政院已经核定了说要检讨劳动派遣的一个实施计划。那我们大概就是110年，也就是明年开始就没有再要用任何的一个劳动派遣。那我们到目前为止也已经落实了，已经减少了7301个一个派遣的人力。那我要请教人事长的是说，那目前政府还有多少的派遣能力？那在今年底归零的话，有相对应的一个准备跟调整吗？其实，如果以我们设定的行政院自己所属的派遣的话，目前只剩下220多个人。剩220多。对，所以今年我想一整年，因为他是特定在可能两个部会，所以他们也都做好计划，大概在今年年底的时候就自动会。所以剩200多个，大概就是今年年底以前，对，是有一个缓冲期可以好好处理。对，因为他是签约嘛，所以要约到的时候再结束这个事情。好，那第二个问题是，也就是事实上刚刚很多委员都已经请教过了啦，吼，就是说因为现在这个武汉肺炎吼，看起来这个疫情有在升温啦，吼，那我们接下来我们站在我们行政吼，我们整个人事的一个作为，那我想请教人事长的是说，以目前来说，你认为还有哪一部分是需要再来增强，然后来因应未来如果疫情持续升温的话。我想如果疫情真的持续升温，人力的部分一定是很肯定可能在必须要适时再做一些支援。然后我想另外一个在加班费的部分呢，我相信呢，因为不同的状况有不同的一个需求，这都需要我们持续去做一些努力。那至于差勤管理，我觉得目前应该以疫情中已经宣布所有国人回来都要居家检疫这个14天，意思就再也没有自主健康管理这个项目。那我们已经根据这个发出最新的这个差勤管理一个通告，所以这部分应该我们会再做滚动一个检讨。那有可能会因为疫情升温，然后来增加临时人员吗？我们其实已经在增加了，所以也给卫福部说，那边我们只要你有需求，报了我们都同意。那这样，这一些新增的临时人员，他们的待遇，就是他们受到的保障会跟公务人员一致吗？因为我们临时人员是用劳基法，但是至于要多少钱去用这些人，是由主管机关呢，他根据这个契约呢去做一些订定。那细节上我还不了解说劳动部这一次的临时人员他所做的工作，他付他多少钱，这个细节我还不是很清楚。细节那有没有投保，这个也还不确定。针对这些人还是要看他们的工作。投保应该是会有投保啦，还是会有投保。公务机关，就我刚刚讲这个，我们也发函出去，所有的公务机关都可以呢根据自己的一个需求，只要跟防疫那三个条件有关，都可以在1000万里面，防疫的条件里面都可以在1000万里面做投保。好那在接下来哈，那我来请教人事长，就是这是一个比较长久的问题啦，就是事实上应该知道，现在整个公务体系大概就是在土木技师的一个，这也就是说等于建设处啦，工程人员严重不足啦，那这个应该是一个很长久的问题了。那针对这样的问题，人长，您刚有啥物嘢怕省甲规划？我委员不讲，我知道特别在有其他地方啊，土木工程这个部分哦，刚刚我讲有委员提到是社工啊，那土木工程其实也是流动率很大的一个，对，一个职系啦。嗯，那每年考，有时候录取足额不足额，那分发去呢又有很多人流动，可是呢我们在土木工程的这个部分的薪资待遇上呢，事实上在公务体系里面我们已经让它算是加绩表算是蛮高的了啦，齁，所以这个部分怎么样让这个不管他是用土木工程考进来或者是公职的这个土木技师愿意留在政府部门，这个可能除了人力资源管理这一部分的协助以外，可能还有别的一些工作环境。对，就是人长，我给你先给你看一个数字啦，哈，那你可以看上面的数字，就是说每年呐，从我整理3年，107、108、109，那不管是在高考跟
普考，那大概所需要哈，我用二类的哈，大概是二类组的，不管是土木、电信、化工，你再看起来，土木类的这个国家所需要的人才，都是远远的超过电信跟化工哈，都超过十倍以上的人力需求。标起工这呈现的就是人才不进来，或者是人才流动率高，大家都走掉了，所以政府的缺就挂在那边，没有人要进来。好，啊，大概这一类的人才缺乏两个原因，第一个就是说，到底待遇比不比得上民间？那刚人长有说，事实上我们已经把他的津贴是有调整的比较高，好，但是他有一个比较另外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因为土木类的他的法律风险高。而且他会受到的不管是明代的关心或是地方的一些压力，会让他变得说他在执行他的工作的时候总是会受到比较多干扰啦。这看起来会变得是一个地方的恶俗，然后造成我们公务体系的一个不足，这是能量的一个不足。那我们的外表人长共也是说现实上就是长这样啊。你嘛无法度讲跳起来讲哦，我有一个最好的办法，以后大家人拢未使去干扰这个建设处的公务员，不可能嘛，好，因为人性有时候就是会有恶的一面啊，你无法和遏止，所以这些既定条件都存在的情况之下，那你们没有再想其他的方式来增加这样的地方的一个土木工程的一个相对应的人才吗？各位爸爸，其实我们也经常面对这个问题了。那确实是一个蛮，如果属于工作环境的这个部分，就像委员讲了，那个如果是已经一个，虽然也许叫既定了，但是能改到多少，这个可能每一个县市都要盖嘛，所以这可能是不管是司法的一个能量的加强都会盖，可是也环境如果它不是那么好。达到说大家都期待一个很好的一个工作品质的环境，我们那么是要从体制面去怎么去调整，让这些优秀的土木技师的一个人才可以留在公务体系啊。我们还是会努力在我总处这边能做的啦，因为考试那部分并不在总处里面，那总处这边能做就是在也许在待遇这个部分上看能不能再有一些特别的这个思考看看。你们在去年你们通过了，就是在国防部你们通过了国军的那个飞行员的去留奖金啊，去留奖金，然后优秀士官长的一个奖金，对，你知道这个对国军是一个很大的鼓舞，而且让很多军中优秀的飞行员他们愿意留在军中继续服役，不然过去的时候他们觉得被老底国军，我还不如去开民航机，我的待遇还比较好，所以这个当然奖金的诱因就是他们得到待遇的诱因，是他们愿不愿意留在公务体系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这个我觉得人长你如果相信的话，我觉得我们未来我们为什么不要就去设计，我们如果以后有一些重要的一些建设案件，你们可以框定金额，比方说1亿元以上的，我们就给参与承办的公务员这样一个技师，给他们额外的奖金，而且这个额外奖金必须要把它定清楚哦，并不是说为长官为建设处处长啊，做大家念，安尼不公平，一定要让承办的，这件是什么人办的，就是人去念，不是说人人有奖，这是我的一个建议啦，如果你们可以把朝向这一类，然后让真正较优秀的在土木界在公务员，然后他们在做公共工程的时候，伊知影讲我这件代志我办了好，我做了好，我有奖金好念。我而且这个奖金不是说大家都有，就是属于我的啊，那话他会更勇于认识，然后更勇敢的去办所有的工程案件，这有没有办法朝这样去努力？我们目前当然有工程奖金这种概念，只是说怎么把工程奖金，也许内容有没有可能在像您讲的这更优化的方式去做一些处理啦，就是是有这个
看看这个，我再跟我们主管处的同仁，那你把现在你们工程奖金的办法给我们办公室可以吗？好，好，我是觉得这个东西来做一个优化，然后你们可以定层级式的，比方说我完成了怎样的一个工作，我给这一个业务承办人相对应的一个更好的奖金，我觉得这是很大的一个诱因了。好，那国家的公共工程是可以带动民间的工程的，我可以预见啦，大概这几年，好，因为这个肺炎的关系，好，明年的税收可能会减少，那国家的公共工程如果也相对的减少的话，整个经济是萧条的，好，所以我们为了要推动，好，这个整个经济的发展，国家是要带来行的，所以我们的整个公共工程不能因为现在的这样的公务员的不足，然后让它delay掉。我跟我们报，我想公共工程，我想苏院长的特别，因为这个疫情的关系，我知道他责成这个国发会在要怎么样增加公共工程的执行，让他那边也定了，他们也在讨论定了一些怎么奖励的一个去推动这个公共工程的一些诱因的一个机制，他们好像也有在谈这个事情。不过我这边呢，我想我们是比较制度面的，我也来了解看我们的工程奖金这部分还有没有什么可以再优化的部分。好，再优化的部分，好。好，那你再把现在办法提供给我们。好，谢谢。谢谢。好，谢谢蔡依瑜委员。那其实主席想要休息呢，大家可以吗？还是？因为我下面有一个。那就跟三位委员那个抱歉，你们再等一下哈，我们就是在因为也要让这个练习官员还有议事人员大家有一个 break 哈，那我们就在叶玉兰委员发言后休息十分钟，那也请叶委员掌握时间。好，我们现在请叶玉兰委员发言。谢谢主席，人事长好，你好，人事长是我们工行界的大佬，也是人事行政的泰斗哈，所以我觉得在整个我们蔡英文总统的整个内阁里面，我其实对您是最尊敬的，没有最专业，这个，因为我也期待您会在整个行政院的组织架构还合理配置人力上面呢，能够做出一些更突破性的发展呢，我请教人事长啊，因为我们知道在2年前的1月26号，大法官释宪760号解释哈，那这个解释案其实当时只有13个人申请释宪，他们是希望啊，希望能够就是把他们本来是可以身为警政这个巡官的资格啊，不被剥夺哈，就能够去除掉所有的这个系统性的不利差别待遇，他们也得到了哈大法官的支持。本来是只有13个人申请啊，可是那个时候的内政部的叶俊荣叶部长大笔一挥，就说99年之前所有通过3等特考1等考试的全部都可以比照啊，所以警大就开始就有一个这个警左班4类的啊，那按照警政署的调查有意愿，警政署有，我还没有去讲到那个消防署啊，他们就有4623个人呢，但是重点是。我们有没有这个缺哈？我不知道当年呢，这个就是2年前内政部在规划这些去受训的时候，有没有跟人事长请教过？我们有没有这么多巡官缺可以？可以报告，我想您也知道，警察人事官条例基本上是内政部主管，他基本上是由内政部来负责。过程我们大概参与少了，所以你没有参与他们的配套。后段我们才有，是，因为有那么多人去受训了，回来就有需要开始对，所以派官这个。所以人事长，您知道我们的悲哀就是啊，内政部会说这是归全序部管的，全序部说是人事总处，就这样子推来推去，所以这将近5000个这个。警左班4类的哈，就会变成人球被踢来踢去。当然，这个警察的业务主要是内政部管的。那我觉得，这个以人事长您在人事行政上的这个学养跟专业啊，您难道没有当时就啊心头一个啊？哈，刚刚啊，你哪里落去？出代志哦？难道没有提出来过吗？因为我们如果去看的话，在民国这个105年的时候，我们的巡官以上的缺
不过只有998个、啊、那然后106年835个，然后在年改之后，年改之后哇，更是大家退休的就越来越少了嘛，哈，然后就现在609个。所以我觉得这个年改的问题，哈，就让整个左四类的，现在不只是左四类，袁市长应该也知道，包括原来最能够鼓励基层努力工作，哈，去考试进修的左一类、左三、左二，全部都不能派，哈，然后二技也不能派。这对于我们在做人事行政、在组织管理上的激励的因素，整个都扼杀了。我不知道我们人事总处有没有规划，因为你要合理的配置人力，哈，那对于这些人已经变成是高资低就的问题，有没有？提供你们的专业的这个建议，去让他们来改。那我们报告，其实这个过程，当然后来书里面也有一直跟总处在谈这个事情了。那总处应该有状况是这样：我们警察有一个原额的一个，你了解一个总量嘛？一个编制总量，在一个编制总量不要去更动它的情况下，怎么样在这里面可以寻求到说，我想未必能够满足所有的，但是能够满足到多少？好，这个我想可能大家可以努力往前进一步了。那我想这个委员也知道，就像我们公务人员一样，你取得健身检的资格，并不表示你一定会。会派那个、啊、对，不过人数实在太多了，我们已经被政府已经被这些受训的警察们当成是诈骗集团一样了，哈，就是说觉得我上当了，就所以我很希望在人事长的任内，哈，可以积极的帮我们去开发一些职缺，哈，因为现在其实每一次什么食安警察、什么动保警察、卫生警察呼声都有，哈，那我们可不可以尽量帮他们设计？谢谢，谢谢，谢谢。好，谢谢叶玉兰叶委员，我们现在休息十分钟。
好，现在继续开会，我们接下来请郑天才委员发言。主席、各位委员、我们人事长以及人事行政总处的各位同仁哈，这个委员好，人事长好哈。有关你的今天的报告啊，就跟以往一样的业务报告里面都会提到持续推动依法足额禁用身心障碍人员及原住民，对啊，这个都依法任用啊，都有符合了哈。那我要强调的是说哈，这个蔡总统啊，蔡总统的原住民族就业政策，他提到了就是要在依法里面要更好，好要更多啊，所以他特别提到要保障上万新的啊新的工作机会啊，这是蔡总统的原住民族就业政策。他特别提到，为保障上万新的工作机会，政府负担保障原住民就业职责，啊，采取长期稳定之就业辅导措施。所以相关的这些，以我们政府机关而言，啊，这个当然公务人员的部分，啊，包括这个不需要公务人员资格的部分，当然还有国营事业，啊，相关的啊，这个相关的部会、相关的国营事业，我也都会去啊，去咨询去，啊，希望他们那个啊来落实哈，啊。那至于人事行政总处的部分，当然就跟中央各部会怎么样能够去在原住民族行政特考里面怎么样去增加啊，增加进那个啊这个考试啊的名额哈。啊这个部分就是要去主动，而不是由各机关啊有缺要不要报，有报不报啊，有去特别协调就不一样啊，啊有特别去协调就不一样。我跟人事长做一个案例哈，啊，我在当原民会的常务副主委的时候，当时考试院的院长姚嘉文了，啊，哦他很积极哦，啊他主动找相关的部会啊，连侨委会都禁用啊。都提报名额，侨委会啊，无法想象啊，对不对？连侨委会都提报名额到原住民行政特考，啊，这个像类似像这样，那我以我们这个人事行政总处也可以做这样的一个协调的工作。当然，如果从人事人员，因为你们人事一条边嘛，啊，人事人员的禁用，啊，怎么增加这个名额，协调相关的部会。啊，怎么样？哪边有缺？这个都是一个啊，机会一个方式，是不是可以这样？我跟委员报，确实啦，这个我想，因为我们现在原住民族很多特考嘛，很多是用特考的方式进到政府部门来服务。那事实上，总人数以公务人员的总人数确实是有增加了。我想委员也知道这个事，只是说也许增加的幅度没有那么大。那这个部分，我想我们也没有错，我们过去都也委员都不断指教，我们都也不断跟机关说，哎，这个其实不是只有跟原民会才可以有这个缺，其实有些业务还是会涉及到的部分，都还是可以开这个缺。我们也会在挪努力。那至于我自己所主管的人事行政这个部分呢，我想我也来真的会来做一个更积极的一个盘点，特别在原乡比较多的人口地区的人事主管机关，比如县市政府，没错，好，那因为他分发下来可能到乡镇市工作，这个部分我来再跟他们多做一些了解。那我们也我想委员知道，我最近我们有一些人原民的这个人事同仁呢，虽然不多，但是最近我们也才刚拔擢一位呢，我想当这个副处长啊，我们两位副处长其实都具有那个在花莲跟。我印象中花莲跟台东，我们的副处长好像都是原民的这个，对，人事人员都有原民的这个血统，这个是一定要请这个人事长这边要继续努力。我跟人事长说明哈，之前呢，人事行政总处也报提报名额到原住民学生特考，你回去查一下哈。这个有人也要比照办理哈。另外哈。像原民会，你刚刚提到这个高职缺的哈，原民会啊，中央原住民族委员会的人事是
主任，你们称主任吗？主任，人事室主任，对，本来是原住民的少族啊，人口最少的少族，对，对，他退休了，这年退休，对，所以也要陪子，没有错，事实上是有啊，对，人上有，对，我们只不过他要去排队那个检认受训了，啊，像这种人就专案去协调，啊，专案他已经有具备检认受训的资格。啊，就是九职等实受满五年，然后啊最高阶那个他都符合了，已经等了三年都没有机会去受训，因为他比较三级单位啊，啊三级单位甚至四级单位，应该是算四级单位了，哦、啊、那个通常是部会，啊譬如说法务部，通常法务部会先嘛，啊然后到那个矫正署，啊讲很明白了哈，矫正署、矫正署下面什么监狱。啊、哦，一定是他就已经排三年了都没有机会，类似像这样的就要做一些突破哈、哦。那另外就是哈、哦，这个地域加级，地域加级的部分呢、啊，这个你们报告里面也提了哈、哦，这个各级定了各机关、学校、公教、员工地域加级合理化调整方案，啊、哦，108年底前自行评估试办。啊，你是用透过要地方政府试营试办，那也有宜兰县跟台东县也做了试办，啊，但是一样的条件，啊，有的县市政府忽略了，所以你们要主动去积极协调，像花莲县，啊，像屏东县的满洲是不是也在这里面？满洲跟牡丹隔壁，啊，隔壁就是其实都很远，啊，所以这个条件其实是一样的，啊，所以这个部分我也召开过协调会。啊，针对花莲县的，帮我召开过协调会，啊，是不是请，人事行政总处这边哈、啊，能够积极的协助，啊，协助这个地方政府，啊，好像花莲和屏东，啊，积极的协助来，啊，让这个地域加级的部分，确实是过去的制度跟现在，啊，其实应该做一个适度的调整，啊。我跟我们报，我们屏东这部分已经在进行了，其实差不多在做最后的这个阶段，那啊。那花莲是没有自己主动啦，那我想委员有这样提醒，我们再多了解看看。我在那个二月哈，对，我知道委员二月六号开过了协调会，我知道，谢谢委员关心来处理哈。好，谢谢委员关心，谢谢委员。好，谢谢郑天才郑委员。接下来我们请陈娇华委员发言。主席，委员好，你好，我要请教那个我们应该称呼施人事长哈，谢谢总长哈，请教就是，在我们现在的防疫工作里面，我们知道有编一个危险津贴，对不对？没有真，我们叫对，有一个津贴啦，防疫危险从事防疫工作的一个津贴。你认为哪些人是需要去编？那目前有医师、有护理师、医检师。那我要请教，就是这些人员呢，如果他们是要去操作病毒的，好，可能譬如说要插管啊、医师啊、护理师，这个他们可能就是会直接去碰触哈这个危险的这些病毒的可能存在的位置，或者是像医检师，他们每天要做很多这个现在要做已经目前已经累积应该是超过20000人次的这个检查了。那请问一下，这样子的工作是不是要很小心、很专业？但是因为目前看到这个卫福部提出来，就是在人力上，他们要去调度已经有编制的医检师，他们做完他们自己的工作之后，再去做协助。那我觉得这样子是会有危险的，可能他们已经很疲倦了，然后再去做这种高度专业的工作，可能有它的危险性。那另外就是在医检师的部分，因为他编列的津贴只有2000元哈，那在这里也是可能要请这边行政院这边来做一个再做检讨哈，这样子是不是不公平哈？因为他们所操作的这个工作也是非常的危险哈。
然后另外就是有一些工作也是很危险哈，或者是三班制，譬如说海关，譬如说防检局，譬如说航警、消防局这些哈。那我们知道他们的预算、加班之类的，是不是奖金、津贴是不是编的不够哈？也请这边要再做检讨。那再来就是有关一些公务人员，尤其是新进的公务人员，可能在3年之内，他们是不能够去做所谓的调度哈，就是，但是因为职场的关系，而且可能有小孩子育儿的需求，那这边是不是可以请人事行政局总处这边考量这些有家庭特殊困难，未来在法规上可以做一些适度的去修正哈。那我一次讲完好了哈。那另外就是有关那个巡山人员哈，我们知道未来的3年是要开放不用申请，那我们知道过去这8年有2000多件就是有一些这个违法砍伐的情形，那我们知道有一些很多山老鼠是有带枪的哈，有枪的，那未来如果3年开放，那这些巡山人员的待遇哈，是不是要再去做增加，因为他们目前编列的预算是2.7到3.4万左右，那未来这个工作量可能会更大哈。那再来就是有关一些在高山上面哈工作的一些公务员哈，那这些公务员譬如说他们是做偏远地区或者是高海拔哈，这个险峻气候地质状态下的这些工作人员，然后他们的待遇哈也是普遍并不高，那在这里是不是可以做一些合理的去给他们津贴？那我上面讲的包括防疫人员哈、海关、防疫局、航警、消防局，还有刚刚讲的这些，好，请说回答。只要我想防疫的部分，其实主要还是卫福部在负责，因为根据特别条例，他那个定的那个标准。那如果有也许有一些不够的部分，那个津贴可能我们把讯息带给卫福部去做一些参考。至于比较是属于我这个部分的，譬如像说巡山员，他现在我们今年应该去年才帮他相当程度调整那个山地巡护的作业费，其实一个月可以增加相当幅度的钱，那当然属于他基本的薪资的部分。目前我们要在跟林务局谈这个事情，事实上差不多也，大家意见也交换的差不多了，也会适当的做一些调整。那至于比较更高山的、很高山地区的，类似这种，我们现在有一个第一加级是有一些制度，如果这部分我们再适时来启动这个，看状况来启动这部分呢，如果需要再做一些讨论，我想整个待遇部分我们都是滚动性在做检讨。那个新进人员呢？新进人员的部分，其实那个是一个很，我跟委员报，那是一个很知识体大的事情，因为我们是国家考试，那国家考试有很多地方政府，因为如果没有这个3年的话，也许它流动率会太快，那这个部分是考选部。主要是考选部在负责，并不是我们负责。不过我们会跟各个机关大家在讨论说，这个中间到底如果真的有这种特殊的需求，要如果可能可以做一些更改，可以更改到什么程度？这个部分我真的没有办法跟委员做一个比较积极报。不过我们会跟那个对跟考选部传递这个讯息。好，本席了解。好，谢谢。好，谢谢陈娇华陈委员。接下来我们请吴立华吴委员发言。谢谢主席，我想请教我们人事总长。委员好，总长您好哈。我想关于原住民族权益的促进，这一些年在大家的一个共同努力之下呢，其实有非常多的一个突破跟策进作为。那例如呢，像我们的公部门、公家机关，不论是原住民地区的公家机关或非原住民地区的公家机关，我们都有所谓的原住民族工作权保障法，针对一些不具公务人员身份的，像是我们的约雇人员、技工等等哈，来去做一些保障。那我想呢，这个部分呢，我们其实慢慢都看到很多的一个努力跟一个改变。那但是呢，另外我们来看一下针对公务员的部分，其实我们也一直在基于推动我们整个国家台湾的族群主流化去做一些努力。我们会希望说
我们的原住民特考的公务人员，他不应该只是在原住民相关的行政事务单位来工作，他非常需要到我们其他的各个部会来成为公务员，因为我们有很多的条例，举个例子来说，像内政部假设他有姓名条例，那么如果他有一个具有原住民身份的公务员在里头，他可以针对这一些条例当中，他可以有比较多的文化敏感度，去察觉一些不适用之处、不适宜之处，或者是他在面对原住民乡亲的问题的时候，他有比较多的一个反应，可以呈现到我们的公务部门。所以呢，我们也很希望可以来推动这件事。不过我们看一下哈，就是像这边的所提供的资料，就是我们看到，以去年108年，除了原民会之外，开出这个原住民特考行政缺的只有一个，就是经济部能源局。那107年度的时候，除了原民会之外，这是中央部会，那没有任何一个部会开出这样的缺。倒是在106年的时候，有一些像教育部、海巡署等等，有开出总计10名的职缺。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到，好像这几年不增反减。也就是说可能效果不是很好，所以在这里我其实是要关心的是说，关于这个族群主流化，我不晓得说总长您对于族群主流化，您认为您脑海里面的那个概念是什么？我跟委员报告，我想不管是族群或者性别，所以主流化其实它主要目的还是要鼓励，就是说我们在政府部门从事公职的人对这个部分要有敏感度，不管是因为你只有越有敏感度，你在从事公共政策的规划跟这个想象的时候，才会比较感同身受。是，谢谢总长的回复哈，因为我们的确是希望能够去促成这样的事情，因为这个对整个国家幸福感的提升，或者是我们国力素质的提升，其实它是一个相对应的关系。所以呢，我们也看到，就是我们在推动族群主流化，这是政府的既定政策，我们也做了一些努力。好比呢，就是我们针对我们的出任公务员要有6个小时的族群融合多元文化发展这样的课程，那针对我们的这个在职训练，公务人员在职训练呢，我们也看到，他就是希望说这种非强制性的，那很多人就是选择数位学习的方式，但是呢在所有的公务员当中也不过像去年度只有376人。好，我要讲的是说，其实不论是六小时，不论是去参与这些所谓的学习时数，强制或不强制，看起来即便是很努力，总长您认为有可能以这样的方式快速的促进我们去理解成为一个具有文化敏感度的公务员吗？如果光就这个数字来讲，确实我想应该有落差了。是啊，对，所以最后我就是想要请教我们的总长哈，其实我们真的是希望第一个，就是在中央各部会，最起码从我们的中央部会开始带头做起，我们希望有更多的一个释出职缺，让我们具有原住民籍的这一些一般公务员也好，特考的公务员也好，都能够去进入到我们的各部会，成为我们的助力。所以这个地方希望说我们有更多的侧进助而为。那另外一个部分就是我们的原住民他要来到中央部会这些都会地区担任公务员，说实在也不是那么喜欢，因为这边的物价指数，他的房租的负担，其实也不会有这样的诱因哈。所以呢，我想这个部分，我希望就是针对我们一些像外交官，他派出去，他会根据那个国家他的生活艰困程度、物价指数，会有一些所谓的津贴加急。那像我们的警务，他也可能有危险，因应他工作的性质。那像我们到偏远地区去，也有所谓的地域加急、偏乡加急。那对原住民来讲，我们鼓励他们来到我们的都会，我想我们应该也要一些做法哈。所以呢，针对这个部分，我希望我们的人事行政总处这个地方，是不是未来2个礼拜哈，可以呢，就这样的一个问题，我想要说了解一下我们的策进作为，这样可以吗？我想
后面这个部分真的是比较更大的制度性的问题。我想哦，这样子我们内部了解一下，看他有没有这种可能性啊，然后再跟委员做报告了，好不好？因为很多很多都是因为基于我们的关心知道不足，好，我们现在拥有的权益很多都是以前没有的哈，所以我们希望可以往这个方向前进。那未来我们继续关心，那我最起码希望说，我们可以先听听看我们人事总处对这方面的一个规划想法。这部分我们可以跟委员再做一下。好，好，谢谢，好，谢谢。好，谢谢吴立华委员。接下来我们请杨琼英委员发言。杨琼英委员，杨琼英委员，杨琼英委员不在。接下来我们请洪孟凯委员发言。洪孟凯委员，洪孟凯委员，洪孟凯委员不在。接下来我们请李德维委员发言。李德维委员，李德维委员，李德维委员不在。接下来我们请林德福委员发言。林德福委员，林德福委员，林德福委员不在。接下来我们请孔文吉委员发言。孔文吉委员，孔文吉委员，孔文吉委员不在。接下来我们请廖国栋委员发言。廖国栋委员，廖国栋委员，廖国栋委员不在。接下来我们请吕玉玲委员发言。吕玉玲委员，吕玉玲委员，吕玉玲委员不在。接下来我们请马文君委员发言。马文君委员，马文君委员，马文君，马文君委员不在。接下来我们请陈明文委员发言。陈明文委员，陈明文委员，陈明文委员不在。接下来我们请何新纯委员发言。何新纯委员，何新纯委员，何新纯委员不在。接下来我们请廖婉如委员发言。廖婉如委员，廖婉如委员，廖婉如委员不在。接下来我们请庄敬诚委员发言。庄敬诚委员，庄敬诚委员，庄敬诚委员不在。接下来我们请高嘉瑜委员发言。高嘉瑜委员，高嘉瑜委员，高嘉瑜委员不在。接下来我们请邱志伟委员发言。邱志伟委员，邱志伟委员，邱志伟委员不在。接下来我们请林维洲委员发言。谢谢主席。那好，那个人事长啊，请教哈，现在防疫啊是大家最关心的这个工作了哈。目前来讲哈，即使是公务单位哈，防疫也要超前部署，要有一些计划哈。包括这个分流哈，这个分离办公啊，或视讯办公啊，种种。你了解这个这方面有做吗？哦，跟委员报，其实我们在2月27号，就是连假之前，是，我们总处就发了一个指导纲领给所有的各机关主管机关，要求他们要督促所有他所属的机关要开始做这方面的准备规划，不管是异地办公，或者是我们人力的这个替代人力的这个先掌握，还有包括居家办公这些事项，我们都给他一些指导原则，那也要求他们一定要在3月初的时候就一定要完成这个准备的规划。那我们大概都逐一回报，目前都完成这个准备的规划。但事实上，有些譬如像我们有些县市政府，他们也甚至开始做自己的那个异地办公或者居家上班的那试选择部分，先做试办。那比于我们总处来讲，我们也做了试办。然后，但试办完以后，我们了解一些状况，看怎么样改进。那等看疫情的一个状况有需要的时候，再真正进入执行阶段。请你们呢、哦，严加督导啦，是。哦，就你们职权上面去督导是不是确实有做到。那最近我们也看到那个美国五角大厦有37确诊案例，18名现役的军人他们在五角大厦里面总共有22000人在里面工作，3名公务员，18名现役军人，13名相关的人员，3名承包商。那你所以他们那个部长、副部长现在都是在透过电话会议形式来办公了。隔离了，自我隔离，然后透过视讯的方式在办公。高阶的公务人员如果受到感染，对整个国家的这个竞争力或是防疫能力都会有严重的影响。
那高阶的公务人员呢，会接触到很多的政务人员，甚至会接触到总统啊、院长啊，所以重点在这里了。哦，指挥官啊，这些都因为高阶人公务人员会接触到，所以到底你们现在掌握的状况，问你可能会有太苛求你了哦。我们的公务人员现在有多少确诊，你知道吗？公文报其实因为这个是属于个资，都是只要有确诊都会在疫情中心。那我们的了解，确诊应该是我没有得到任何这个报告，属于确诊。我想是确诊，我知道，当然确诊了，隔离的那很多了，隔离可能就是一些很多检疫隔离有可能有你。我觉得你要需要去了解了，也是要及早部署了。有，当然你不用去了解是哪一个人了。对，我是说，我刚刚强调的就是说，高阶的公务人员，甚至政务人员呐，好的情况怎么样？有到多少人被隔离了？好，那有多少人是确诊的？哈，这啊，比如说部长级的、次长级的、啊，署长级的、局长级的，到底有多少人？最少地方政府你比较难啊去了解了，因为各地地方政府哈公务人员也很多，最少行政院、中央指挥哈系统这个部分呐，啊。掌握一下那个数目，那当然你不用去知道每一个人，但是你知道那个状况。作为这个人事最高这个主管机关哈，你知道说哦，我们现在的高阶公务人员，包括政务人员，目前的被隔离的状况啊，确诊的状况，那有必要去做一些怎么样的处置啊？这个要掌握，要有讯息，你才能有计划啦。你如果没有资讯，要如何做所谓更前瞻的计划？现在大家都期待哦，可以做更超前的部署，因为最近的这个案例啊，一再的每天飙高创纪录，那看起来是第二波哈，从这个中国大陆以外的地方回来的，哈啊产生的第二波的疫情，那这一部分呢？据估计，往前推算14天，从这些欧洲北非原来没有被划定为三级旅游管制区的这些地方回来的人呢，大概有16000人。16000人。那我们这几天哈，除了意大利以外了哈，伊朗、意大利以外，其他的都是这几天，其他的欧洲国家都是这几天才把他们设定为三级旅游管制。那意思就是说，才会有居家检疫、居家隔离的问题。在这个之前，在这两三天之前，他们都还不用居家检疫，只有自我管理了啊！自我管理的意思就是可以走来走去了，哦，可以啪啪走了，戴个这口罩可以啪啪走。那过去这个16000人呢，哦，进来了。那你也知道，这个新冠这个肺炎啊，哦，有潜伏期，那有时候无症状、带源无症状这种都有啊。最近发生的案例就是类似这样的状况了，就是他们是无症状的，然后后来才发生了潜伏期，发生了，好，确诊了。最近的确诊案例大部分是这样子，所以恐怕有另一波的大爆发了。所以我希望你在这个，尤其是中央，好，这个政府机关掌握最新的资讯状况，那随时做好哈一些超前的部署，包括人力的配置或是分离办公啦，这些去督导，这些不是做好看的啦，哦，结果给为哈这些计划分离办公啦，怎么样啦，分时分区域办公、视讯办公，这个不是做好看的，这是可能真的要发生的。美国五角大厦已经发生了，我们行政院也可能发生了，任何部会都可能发生，所以要确实去督导那些计划是不是可行。好，现在已经敌人已经进来了啦，我们所谓的敌人不是国人啦，病毒啦，不是还在境外哦，已经那个16000人现在都在检查啦，啊，
那个已经进来了，那他们接触更多人啊，因为他们进来的时候不用被居家检疫、居家隔离，到处走，跟家人、跟亲戚朋友吃饭什么，都那一万六千人到底可以接触多少人？百万人嘛，哦，这个像散出去一定接触百万人以上，所以敌人已经进来了。这个当然这个防疫不是你主要的业务，但是针对高阶公务人员的现况、好、哦、状态啊，掌握清楚，然后你才能去督导他们所做的所谓的超前的部署是不是实际务实、可行性啊、哦、如何？好，这个希望我希望你们能够去督导。好，另外我、哦、也要来请教一下几个问题哈。哦，关于这个派遣，之前我们都一直在讨论说，政府是率先要少用派遣的状况，目前这个行政院所属机关呢，我就问行政院这边就好，这个运用派遣人员的状况怎么样？这两年老实说，我们执行去年一整年执行下，现在大概只有剩两个部会啦，剩两个部位有派遣，是那大概200多人啦，是那也就是说等到今年年底，在我们行政院跟所属的机关都不会再有、嗯、原来列为派遣的人员都不会再有派遣、哎、是那 他们这些人力后来都用什么方式去处理？比较多的比例都变成我们自己雇啦，就派遣转成自雇啊、自己雇用人员，都不一定是约雇，有的是用我们临时人员的概念啊，就是政府自己雇啦。是，哎，好，这个我们会继续了解，就是说派遣，然后转成这种约聘雇的状况。好，那、啊、到底他的这个人力资源到底会不会下降？好，会这个我们会再希望你们再做一些评估了，因为你把它改制成为这样子，是我们要求的、希望的，但是效率、工作效率还有政府的支出啊、哦，这些都是我们将来就是要了解的。希望针对这样的改制之后，你可以给我们一个书面的资料，就是说，哎，产生的效应啊、哦，比如说经费上、预算上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好，然后那个工作评比效率上面有哪一些变化，希望你可以给我一个书面的报告。因为这个还在执行中、哦嗯、那是不是等再过一阵子执行多的时候，你觉得要过多久、啊、就是这个整个方案应该等于是实际上今年年初才真正执行第一年嘛，是那是不是在执行今年年底结束的时候，大概那时候来做一个一评估，也许是比较适合、啊、年底我还会在这里吗？我是说司法法制委员会啊。好，年底没有，我想我们有人随时需要这个资料、哎、都可以随时跟我们办公室提供，我们都可以提供。好，你们有执行的这个时间啊，好，到时候我们还是把它记录下来，我们还是希望好人事总处这边可以给我们一个评估，就是说改制之后，派遣改成这个临时人员约聘雇的人员之后所产生的效应啊、哦，到底是怎么样？有没有达到我们当初希望的预期啦？好，谢谢哈、哦，好。好，谢谢林维洲委员，你一定会在这里、啊。好，谢谢。接下来我要请刘世芳委员跟蔡议员都要来帮我带委员，太感动了。那还是请 Lady First， 请刘世芳委员帮我带。来给哪？找你的大姐，请刘世芳委员帮我带主席，谢谢。好，谢谢。我们接着下来请周春米委员啊、来质询。好，谢谢主席。委员长，那我应该是最后一位质询了哈。那我想早上综合大家的询答，其实也很多这一届出来的一些新的关心的议题哈。等一下。那我想这个时间上大家比较压力没那么大，我们来谈一下国旅卡好了哈。我想从制度面、法规面、还有整个社会层面的问题来探讨了哈。就是因为他我们最主要是公务员，我们也是鼓励他休假嘛， 对不对哈？那但是事实上也不太可能放心的休假，但是
大概服务大概几年之后，大概一年就可以休30日，但实际上也不太可能放心的把假休完。第一个可能工作上的缘故，还有长官的想法，同才间要帮你分配工作的一个压力，所以大家不太可能快快乐乐安安心心的把假休完。所以后来我们大概就是有一个所谓的一个不休假的一个补助，但是呢这两者之间好像又有点，到时候大家都是请补助费，所以又有一个强制的休假。所以我想这个休假补助或者加班费这边大家有它的那个社会的一个历史的一些缘由啦。那我们后来就调整是说国民旅游卡，但国民旅游卡在运作的时候，可能早期是从92年用这个强制休假的补助费，是从92年开始。那一开始运作，其实大概有一些细节上面，大家也不太能够适应。我的印象中，就是我们家，我跟我先，我们的运动衣服啊、运动鞋，大家都是从国民旅游卡买的哦。但是呢，买也不能说你随时要去买，很多人可能这样子，还要休假。然后还要不是6日的休假，所以那个制度我其实不是很能够适应。那另外就是说，我之前自己承办一个案件哦，就是这个我们的旅游卡、国旅卡也可以去加油嘛，对不对？好，交通，对，交通费。那就有一个李干事，他自己去就是用国旅卡这个刷了费用，加油的费用。但是呢他可能在核销的时候，他又把它放在他自己的那个李干事的核销，所以是被起诉是贪污的。那当然这个有不小心或者其他的细节上我们不去论，但就是说一个制度的设计可能要兼顾很多大家的需要，实际的需求。但是这个制度也不能让人家在不小心的过程当中就触犯了法律，然后背上刑责了哈。那我想国旅卡演变到这边，之前我在这个委员会其实也听到很多的委员的关心。那现在对于国旅卡，我们到底是还是要把它放在就是说跟休假的部分要连结，然后呢就是我不发给你这个所谓的全部的补助费，还是说我们可以切割来看？休假还是休假，因为毕竟还是要鼓励公务员休假。那这部分是一个福利的性质，我们应该往福利的这个部分来推动这个国旅卡。那因为你好用，你才能够去达到当初我们要刺激，就是也带动国内的产业、国内的消费这样一个目标。我先就教于人事长，到底要不要切割？谢谢委员的这个指教，我想。国旅卡从它实施到目前为止，都多少被赋予一些不同的政策任务。对，是。那因为为了达成这不同的政策任务，弄得事实上是相当复杂啦。嗯。那所以大家不断思考。那我想我大概在去年呢，也签了院也同意我们的新的做法，就是把它单纯化。所以今年其实国旅卡做了很大很大使用的变革。嗯。简单讲啊，它不绑休假。嗯，就平日也可以用，就平日也可以。对，那他就不绑休假。那但是我们又要赋予他其他的，譬如像说带动这个消费的政策任务，所以我们还是维持8000块是属于指定的，譬如像说观光旅游，那其他就几乎不限制了。哈，那所以我的意思是说，那上限还是16000，它上限还是16000，但是因为你强制休假日数从14天下降到10天，所以相对来讲有另外4天，同仁就可以自己去做规划使用，就是看要再请休假，还是要领钱，所以它有更大的弹性。所以我想我们的方式是一步一步，希望在兼顾政府的政策目标下，又给公务同仁有更大的弹性可以使用。我想至少我们先跨出了这一步。我想目前的做法是这样子，今年嘛，哈，1月起大解禁，一个是平日也可以用，另外就是突破了以前珠宝银楼也可以用。好啊，这是什么考量？以前是不可以用的。以前是因为曾经有一个案子嘛，我想委员大概也理解，就是大家去那个有人就是去那个买那个珠宝，然后
换桥后的市长、再去换，对。啊，有刑法的问题，但是经过这几年宣导，我想公然不会做这个事情，所以我们就觉得，啊，现在8000块，老实说也买不到，买不了什么。啊，然后现在很多珠宝你也不能把它当成奢侈品，现在很多饰品本身也是用这种做，所以我们就觉得这个实在是没有必要再去做这样一个限制了。所以几乎都是可以，还是有它行业别的限制啦，哈。就。八大行业当然我们不适合啦。唱歌可以吗？唱可以啊 ，KTV 可以啊，它不是八大行业。好，那这个点哦，就是说，那考试院也修正了公务人员的请假规则嘛，哈，就是每年强制休假14天改为10天，那就如同人事长刚刚讲，其实大家在观察这个制度常常在变，然后就适时的把一些缺失给修正，但是又适时的加入当时的社会的需求。那现在防疫期间，大家就会来想说，那我们的国旅卡可以在这个或者在这个阶段可以做一个紧急上的一个配合，或者是说让这个制度发挥的更好。那或者是说，如果是在这个非常时期，然后呢，将来它就变成一个。鼓励我们公务人员，就是一个优惠或者一个福利这样的制度的方向呢？我想委员指教应该是就是未来方向，也因为防疫，因为院长也特别提到要求各部位在你可以用的工具里面呢，怎么样去使用你的工具，特别在未来振兴这个部分纾困，因为我们这个不叫纾困，我们能做的是振兴，在振兴阶段里面，大家去想想可能怎么用你可以用的工具去协助做这个振兴。所以我想国旅卡，我想在过去也有扮演一定程度的角色，但是过去都是属于譬如说地震啊，那类似这样一个灾害的时候，那我想疫情也是一个灾害，所以我想。我们也越大概来思考这个部分的一个，所以还没有开始，因为我这边的资料，因为现在去使用它，好像也可能大部分不见得会去了，还是比较适合疫情舒缓的时候了。但是就是你可能要拟一个振兴的一个补助的事项，因为在行政院107年3月27号，就为了花莲的大地震嘛，哈，我们有一个振兴花莲观光放宽休假补助相关事项，那可能当时的放宽的标准，在今年。出这个放宽其实有某个部分也达到了啦，但是现在就是一个非常的时期，而且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时机，你们应该就是就这个放宽休假补助的部分，国旅卡这个部分再去好好的看看怎么样去处理。那比如说比较具体的啦，第一个就是如果我今年没有使用完的余额，我可不可以在隔年再用，那或者是说就是让它能够延役，那或者是说我是存点数，而不是我就要拿一个银行的这个信用卡去刷，然后再凭这个单据去做补贴，是不是？那我就在这个卡里面，我就给你存点、存值、那个储值，我想应该是一个方向了哈。然后依据，当然你们也是常在做滚动式的检讨哈，就是国民旅游卡的消费跟请领的统计表，当然里面有不合格的交易了哈，大概有占到29%多，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情形？无合格交易。这个我要了解这个细节，因为这个太技术，我真的不是那么理解。我回去查查资料。对，那如果说好，这个资料麻烦你们再确认。但是呢，如果说无合格的交易是达到了29.15%的话，29.15%哈，这个比例算是高的。不太符合的逻辑。也许他这个说无合格，可能是有一些其他。卡的问题还是什么？我们了解了，好，你们了解哈，就是说这个部分，如果当然我们今天它变成我们的工具嘛，因为本来我可以选择以前的制度，我是可以选择休，我当然是可以选择休假，我以前是可以选择来请领这个那个加班费或者是休假不休假的补助费，但他这个选择权或者他这个权利，他被换成要国民旅游卡，那之前的使用又做了一些限制，现在虽然放宽了，但是应该还需要回到原来的，就是说尊重他的选择权，然后尊重，然后维护他的权利，不要让他的权利，因为他原来的这个国旅卡是源自于他不休假的一个补助费，或者源自于他的加班费，我觉得我们的限制不能够去影响他原来既有的权利。那委员报告，我的态度跟方向跟委员是一样的。
好，那我们会来滚动来做努力这个检查。讲得很好听哦，我听得很高兴，但是要具体作为。我想109年就做了一次这样一个大的一个改变，就是代表我们是会努力来做这个方向的。对，我知道这是你们长期努力的过程，但是我觉得还是要给大家一个完整的一个愿景或者方向，然后大家逐步的来按表操课来做，这会比较实际一点。好，谢谢任市长。对。好，谢谢刘世芳委员。所有登记发言委员均已发言完毕，询答结束。委员质询时要求提供相关资料或以书面答复者，请相关机关尽速送交个别委员及本会。委员若有提出书面质询，列入记录刊登公报，并请相关机关以书面答复。现在处理预算冻结报告案。请问各位委员对这个报告案，请宣读。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函为109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简送该总处决议15人事行政之政策规划执行及发展冻结50万元书面报告，请查招案，宣读完毕。好，请问各位委员，报告事项第三案已报告完竣，请问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的话，我们就做以下的决定：准予备查，提报院会。那现在我们处理临时提案，有两个临时提案，请宣读。临时提案二案，第一案略以请于3个月内提出人事行政总处业务转型现有做法以及未来规划报告，提案人委员郑立文等。第二案，请人事行政总处收集国外公务人员考核方式，参考国内外案例，评估于平时考核纳入360度考核之可行性，并于3个月内提出书面报告，提案人委员钟嘉宾等。好，那临时提案提案人是郑立文委员，要再补充说明吗？好，那这个人事长早上也有答复嘛，哈，那再请具体的说明。嗨，是不是我们赞成这个，我们会根据委员的这个方式来做。那是因为这次我们先努力来做，是不是让我们先提一个书面报告？如果书面报告您看了以后，我们可以再继续做一些进一步的一个讨论。所以建议文字加一个未来规划的书面报告，就是只加两个字。好， okay. 那临时提案我们就照提案委员的提案内容，然后提书面报告。好。第二案，刚刚我想中委员在提的时候，我说是不是可以在下一会期，就是把3个月并于下一会期。我想中委员好像也同意这样一个方式，嘿。下会期是下会期初、就是、还是下会期底？下会期中好了啦。我同仁是希望下会期结束啦，就是年底啦，那就是年底啦。年底，年底，那个周委员一定会问说他还在不在这个委员会。10月好不好？好好好，就是就我们今年的10月底了哈，10月底前提出书面报告，那提案的内容就叫提案委员通过。来，刘委员，请教一下什么是360度啊？360度就是我们如果要评估一个同仁做的好不好，可以问他的长官、部署、同僚。哦，大概就是不是只有传统上只有长官评估他了。那我，好了，我尊重提案人，我是不晓得为什么是360度，就是全方位。表示还有180度就对，也有720度，又有垂直的，也有垂直也有平行的，我是觉得很奇怪，嘿，这个。这是他们管理上的专有名词啊。720度啊。720度就两个圈了。就要问妈祖。这不个买在问妈祖。好，委员们其他意见。好，本次会议到此结束，现在散会，谢谢大家。嗯，谢谢。